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到每两个星期到这个我们今晚到西门町看书，今天非常的开心，我是陈浩宇，大家的主持。因为今天晚上我要说到的是怎么去跟小朋友去沟通教育，就我旁边的两个父母，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我就是孩子了。然后就谢谢他们，就叫毕英，我就是主持了。你是孩子啊？对啊，对请啊，问你吃什么？怎你么知道长得吗？这么高我告啊？诉你，我们的 Facebook 啊，那张宣传的照片上面，我是蒙着嘴的。有对。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你要戴口罩了？我就说，我们香港有一个团队，就是 Mirror 有一个人，就是张涛，他有一首歌，就是蒙着嘴说爱你。我要蒙着嘴说爱你啊，爸爸妈妈！今日直播已经到此结束啦，系啦，欢迎大家收睇，算系我哋咁多集以嚟最短嘅一次直播，我哋直接交翻俾 OK，再见。陈家明先生俾扮姜涛就可以结束啦，拜拜。拜拜。喂，咦，好开唔系心喎，啊！收音好差喎，点解好咧？差，点解啊？嗱，你继续讲嘢先，好冇理由噶，喂，欢迎大家啦，即系每个两个礼拜嚟过我哋今晚到西门町看书咧，今晚就邀请咗咧我哋。一個朋友 Bonnie，係咪個聲音都聽到？而家各位朋友試一下，係有啲問題嘅，我整一整下先嚇。哎呀，又係技術上嘅問題啦，曾志豪。你繼續先啦。好啦，咁我哋介紹下 Bonnie 先。Bonnie，Bonnie，我哋識咗幾耐？Bonnie 係咩朋友咧？嗱，我哋見到咧鏡頭前面有三本繪本，咁咧就係 Bonnie 啦，啱啱喺台灣啦出咗呢套嘅繪本啦，教小朋友咧乜嘢係。選舉乜嘢係自由，乜嘢係公義咁樣，所以今晚我哋邀請阿 Bonnie 啦，作為一個都係算港媽，算唔算啊？梗係啦，好明顯啦。但係你到台灣算唔算台媽？即係會唔會咁稱呼自己噶？台媽，你睇下我都唔夠膽同大家用國語去做直播，因為真係太爛啦，所以係都唔緊要。我相信你會係好好嘅，因為我係通常都墊底嘅。咁啊，我哋今晚邀請阿港媽 Bonnie 啦，同埋我哋有港爸阿曾志豪啦，阿 Bonnie 咧就有兩個女啦，咁啊曾志豪有兩個仔啦，所以就我哋不如傾下今晚就係點樣同小朋友講政治。不過當然咧唔即刻咁快去到呢三本，呢三本書我哋好快講啊，但係我哋未必會講得咁政治先啦，可以講下大家小朋友。不過咧即係要講下同阿 Bonnie 嘅認識先，我覺得。其實記唔記得我哋點認識啊？點識啊？我哋香港識定喺台灣？台灣識嘅，台灣識嘅，係啊。因為你哋飛地三寶咯。呀，真係㗎，真係㗎，係咩？哦，因為咧我自己咧就對 Bonnie 好深刻嘅，因為可能大家都見過 Facebook 裡面我都寫過啦，因為我見到 Bonnie 兩個女咧係真係非常之即係好關心人啊，嗰種愛護別人咧，其實係咪教到出嚟嘅咧？咁樣。即係呢個係定係佢哋個本質呢？咁樣咁呢個我成日都喺度諗緊，因為同你兩個女相處，我哋成日出去玩嘅，即係因為夾埋喺台灣有曾志豪啦，一家人啦，有你一家人啦，有梁啟智啦，咁我哋就一齊出去玩啦，所以就我哋比較接觸得多啲咁樣，咁就覺得好難得有小朋友幾多歲啊？細女咧而家5歲多啲，大女就7歲多啲。哦，所以就係咯，都唔容易喎咁細個，因為講真我自己。6、7歲嘅時候咧，蒙查查噶嘛，更加咩為咗自己噶嘛，唔會諗到覺得要顧及別人噶嘛。咁你啲女，所以我好深刻，點解會咁顧及別人咧？其中一個咧，同大家分享，喂，冇咗聲嚟嘅真係，冇咗聲啦！我要繼續講下，係咪啊？真係好似冇咗聲，各位係咪聽緊冇咗聲？你要繼續試啦。好啦，我咁樣繼續，而家係變咗一個試麥嘅時間，唔緊要，你繼續講先，Bonnie。OK。啊，唔係冇聲，可以各位朋友示意一下。OK， 嗱，技術上嘅問題啊，咁我啊會繼續講住先，我哋傾住偈先啦。因為咧有嘅有聲㗎，不過咧， okay， 你繼續先啦。好，咁我有個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咧，我俾我個手機啦，我有個狗狗啦，大家唔知喺個鏡頭前面見唔見到啦。咁我狗狗過咗身㗎啦，喺2016年嘅時候，咁我俾。你兩個女睇啦，咁跟住咧，你兩個女就即係尤其是細女啊，好快好直接咧就問我，咁你掛唔掛住佢啊？咁啊，咁我覺得哇，即刻感動到我不得了啊！即係一個好似係幾歲嘅小朋友，能夠咁快有一個關心人嘅感受，同埋佢應該係好體會到個感受
先能夠問得出咁問題。但我又諗唔明嗱，其實佢應該未必有咁嘅經歷㗎，咁點解會問得出咧？即係呢個係一個訓練啦、教到出嚟嘅嘢啊，定係其實佢自己一個嘅即係真係一個素質咧咁樣？我其實咧唔係好知道，係即係唔係好知道原因咧，係其實因為我冇機會不如咁樣講。我的印象裏面就是我覺得我兩個女兒都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的、可能本身我自己都是看戲又很易喊啊這樣的人啦、我很記得為什麼我覺得她們感情很豐富呢，就是因為來到台灣呢，我的小女兒其實是一開始是很不慣的、她很不慣的原因呢，不是她不喜歡這間學校，而是因為我不知道即香港朋友呢，你們有沒有應該多數都是我估的嚇。咁我記得我的女咧喺香港的時候咧，佢哋讀幼稚園咧，其實都是半週嘅。係。咁但係台灣咧就這個就要同講台灣的一個家庭的組成咧係有啲關係嘅。因為喺香港咧，其實很多家庭，如果你爹哋媽咪都翻工嘅話咧，可能都會揾叫做外佣姐姐幫忙去照顧屋企嘅。咁咧所以即係，但係咧，去到台灣咧，其實就係好難請到即係外佣幫手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所有學校，就算最細嘅學校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都會鼓勵佢哋咧係全日咁翻嘅，即係好細個就開始要全日翻學。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爹哋媽咪要翻工。咁所以咧我頭先講我細女其中一樣最唔慣嘅咧，就一開始咧佢係已經要翻全日。因為對於佢嚟講咧，以前咧見唔到我嘅時間咧，可能最多咧即係係去一晝，跟住佢就都會見翻我噶啦。咁而家咧，佢就覺得點解我要瞓覺，我要瞓醒覺之後先有機會見到我媽咪，仲要瞓醒覺之後都未見到喎。瞓醒覺之後咧，仲要等埋個茶點啦，仲要做埋一冧嘅嘢，跟住先見到。咁所以佢成日就翻嚟同我講咧，就係話佢好唔慣啦。咁同埋咧，我記得咧，即係佢每日都同我講，即係佢眼濕濕同我講拜拜嘅時候咧，就係、媽咪，我好掛住你咁樣。係啊。咁所以我有時都，好我有時都諗，其實感情豐富係咪一件好事咧？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每個小朋友佢有自己嘅特質啦。咁既然即係感情豐富係依個部分係佢。咁我就要擁抱感情豐富嘅呢部分咯。咁所以我冇特別去刻意，即係有機會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好容易笑又好容易喊，大情大性嘅人啦。咁所以我見到我個女佢會因為好掛住我，跟住佢會好容易就會即係觸動到，然之後想喊咧。即係我覺得我唔會想去話唔准喊咁樣樣咯。即係雖然我有同佢講話，你下次掛住我嘅時候，因為我哋用好多方法嘅。咁啊～我記得咧，其中有一本我睇過繪本啦，即係繪本好有用嘅。咁咧係 Hello Kitty， 唔好意思，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好中意 Hello Kitty 嘅。咁咧就係講咧，Hello Kitty 咧，佢咧就有個妹妹叫做 Mimi 啦。咁啊 ，Mimi 咧就係、去一個地方佢好驚，咁於是阿家姐 Hello Kitty 咧就送咗個自己嗰個 Hello Kitty 嘅 ribbon 俾佢。咁咧我哋就叫嗰樣嘢叫勇敢蝴蝶咁樣。咁即係話佢揸住呢個蝴蝶咧，咁佢就會唔驚啦咁樣。咁我同個女睇完呢本書之後咧，咁翻學之前啦，咁我就係咁送啲勇敢蝴蝶俾佢啦咁樣。咁去到但佢都有時會覺得我望住會好啲咯咁樣。跟住咧，頭先我咪講過話佢要喺嗰度瞓覺同食飯噶嘛。咁通常個次序都係食完飯先瞓覺嘅。咁咧，我就曾經有三個月嘅時間啦。我咧每日咧，因為佢哋要自己帶嗰個食飯嗰個碗仔同埋自己嘅餐具翻去嘅。咁咧，我就會有個袋袋住啦。咁我每日咧就喺嗰個食飯嘅嗰個兜嗰度咧，咁我就寫咗一張卡仔嘅。咁我每日咧就係、因為佢即係我要寫啲好簡單嘅字，因為始終幼稚園嘛，咁仲要寫英文，因為佢英文先會慢慢讀到一兩個字，咁即係嗰啲 I love you 啊 ，miss you 啊咁樣嗰啲，咁即係我每日咧就寫一個小情信俾佢，咁就即係 suppose 佢食飯咧，可能食到一半就會係最掛住我嘅時候啦，因為佢知道食完飯佢就要瞓覺，跟住瞓完覺仲要等先會見到我，咁所以我就嗰陣就係、即係我就覺得呢個係佢會掛住我嘅時間，咁我就希望佢見到一張媽咪寫俾佢嘅卡，咁佢就會覺得即係可以頂到咁樣。喂，有個女咁即係咁多感性嘢咧，又點解你會有個繪本係相對好理性去要？同小朋友即係做一個政治哲學嘅教育咧，甚至乎咧，即係我據聞啦，你聽過你講啦，你啲女兒會俾下意見你喎，即係你呢幾本繪本嗱，你又有參考 Hello Kitty 啦，甚至你裏面有寫到即係參考西班牙嘅繪本，即係明日之咩啊？
明日之書，明日之書係啦，唔知即係網上嘅朋友有冇睇過啦，即係都係關於即係講下自由啊、公義嘅一個舉本啦咁樣。咁你咁多唔同嘅聲音啦，咁終於出咗呢三本好似相對理智討論式即係政治嘅書，咁你點樣去到諗嘅咧？其實呢幾個書。因為我屋企嘅另一個人係比較理性嘅，咁大女算唔算理性啲咧？都係，其實佢係一個程度嘅，其實即最感性嗰個可能暫時睇起嚟係我個細女，跟住係我，然之後係大女，最理性嗰個就係阿爸爸咁樣，啦，即如果要有一個 spectrum 咁樣去講嘅話，咁點解會呢？我覺得應該跟理性感性都未必最大關係的，多謝。其實呢是因為跟我讀書有關係，因為我自己啦，即雖然即我的另一半成日都說我不像的，我自己是讀這個政治出身的，我當時讀書的時候就是讀這些東西啦，我記得讀完書的時候呢就跟自己說即係讀呢啲政治啊，讀呢啲政治哲學嘅嘢啊，咁就交翻俾阿周老師啊，交翻俾阿 Ben 啊，交翻俾啲啊關教授啊，即係交翻少俾老師就算咗咁樣。跟住但係即係冇諗過，咁當時冇諗到咁遠啦，即係冇諗過自己後來有小朋友，亦都冇諗過自己原來會走呢個兒童教育嘅呢一樣嘢。咁所以就係因為呢啲一點一滴自己行過嘅軌跡。翻轉頭咁，所以就促成咗呢啲書咯。係，喂，但係好難喎，即係點樣攞個平衡咧？舉個例啊，即係網上朋友見到啦，其中一版呢本咧就係什麼是選舉嘅，咁咧就有啲小故事開始先啦。我睇到即係三本都有個共通點嘅，有啲小故事，阿媽媽同女點樣去講一件事啦，跟住講咧就講下就會帶出一啲深入嘅道理㗎啦。譬如這個呢個咧，這個咧就忽然間啦去到講問啦嚇，什麼是民主？咁啊 ，democracy 係乜嘢？哇，好難噶喎，其實你點樣去諗到啦？我哋一陣再講，後面有工作紙添㗎，即係真係歡迎所有朋友去買嚟同小朋友講一下一個選舉自由同埋公義啦。你點樣去拿捏咧？即係忽然間有啲每本都有啲好新嘅所謂政治哲學嘅理論㗎喎。我唔係好肯定自己拿捏得好唔好，咁所以即係如果有機會睇過嘅朋友，可以即係俾啲 feedback 我，因為我都好想知道其實我拿捏得好唔好。咁我唯一咧可以嘅參考嘅對象咧，就係我嘗試起一啲初稿，跟住就同個女講啦，跟住試下睇下佢哋嘅反應明唔明白啦。咁但係好多次咧，即係我覺得咧係我低估咗小朋友佢哋嘅思考嘅嗰個闊度，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唔緊要嘅，因為咧尤其咧係喺幼稚園階段啦，甚至乎喺初小嘅時候咧，其實好適合咧係即係父母一齊共讀嘅。咁所以我覺得有一啲 concept 咧可以有啲字喺度啦，咁作為一個拋磚引玉嘅角色，咁但係由個父母去一路即係就住你認識嘅小朋友，跟住一路同佢講幾深幾淺，或者一路去用你嘅生活例子去舉俾佢咧，其實佢會更加入心咯。咁所以即係但係當然啦，即係當中點解有啲位我要咁樣寫咧，就係因為呢個係關乎我一路寫嘅時候咧，我其實好少書咧，我係咁叫做。改完又改，改完又改，改完又改。雖然咧，即係其實好短嘅書仔啦，咁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喂，即係譬如阿 Simon 就成日同我講啦，佢話呢啲書你半個鐘寫完啦，跟住我成日都望住佢，點解喺佢心目中所有嘢都半個鐘就完成嘅咧？咁樣係，咁就真係唔得啦。咁唔得嘅最主要原因咧係，即係我出嘅第一本書咧係關於叫做口罩下的微笑咁樣。咁咧口罩下的微笑咧係講疫情嘅。咁嗰陣就因為我女成日問我即係 Covid 係乜嘢嘛，咁我就嘗試同佢講，咁我就發覺係要同佢講一個故事同埋講一個 background 佢先明白嘅。咁呢個就係第一本書。咁跟住後來咧就同佢哋去再出咗另外嘅書咧，喺香港出嘅就係講情緒嘅。咁無論係 Covid 或者情緒咧，其實你唔會好掙扎嘅，因為你覺得係講緊啲 fact 或者係講緊一啲生活嘅分享。咁但係去到講政治啦，講一啲理念啦，講啲普世價值嘅時候咧，我嗰個掙扎咧係，喂，即係我都叫做讀呢一科嘛，即係我除咗 undergrad 之外，我都即係叫研究呢一科嘅喎，我都有做過即係研究嘅喎，咁即係當你曾經深入地研究過呢一個 topic 嘅時候，你就知道所有嘢咧就唔係得一個答案，亦都唔係所有嘢咧就只係得一個角度去睇，跟住咧我就不斷改完又改，就覺得自己好質疑自己啦，即係，係嘅，即係喺呢個時代，我哋梗係覺得
民主自由很重要啦。咁但係即係我記得咧，黃教授，即係黃少光教授咧，佢教 on democracy 嘅時候係有同我提過咁啊，即係其實民主啊係咪 universal 地係一件好事？咁其實呢啲係都要反思喎。咁我諗，咦？咁呢個明明係我讀咗嘅嘢嚟㗎。咁如果我對住小朋友，我淨係講所有嘢嘅好嘅一面，佢唔去講佢唔好嘅一面，咁我係一個唔負責任嘅大人嚟㗎喎。咁樣同埋都好好好叻㗎，你寫得我覺得，即係咧話俾人聽，民主一個眾數嚟嘅。即係當然啦，你要點樣同小朋友講，又要即係有花啲心機啦，咁但係即係強調到嗰樣嘢唔係得一種咁樣，係唔同國家可能有唔同嘅實踐方法。咁我覺得呢啲好進步，好難啊。同埋我都想問你，譬如舉個例啊，嗱呢本咧就話自由啦，係乜嘢啦？嗱，裡面有個字眼拉丁文。哦，我驚我讀錯，唔好問我點讀啊。拉丁文翻出嚟啦，係我翻出嚟啦。Liberty 啦，係咪嗱？如果真係嗱，我請教阿港媽。阿媽媽，如果你要跟小朋友講呢個故事，關於點樣去演繹 liberty， 咁點樣去講咧？即係你都可以話俾網上朋友講知道，即係點去跟小朋友坐低一齊睇呢本書啊？因為咧要講下佢點解解釋自由嘅重要性咧？你諗下喺屋企喎，你同啲僆仔講自由喎，佢一間下次同你講話，媽媽我要打機。你話有自由啊嘛，我哋有自己咁嘅 freedom 啊嘛。佢裡面真係工作紙咧講到，如果即係我打機，我唔瞓覺，係啊，有冇干擾到人哋嘅自由咧？冇錯啦，好犀利㗎呢個詞。你係咪真係有實踐㗎？係喺應用上邊點樣同小朋友傾偈咧？係。其實裏面真係好多我哋嘅真實嘅故事嚟㗎，即係真實嘅故事咧，就係即係佢哋會我裏面講啦，我女就唔係揸住手機，但係我裏面講個故仔咧，就係嗰個女仔首先係揸住手機先嘅，咁跟住然之後佢就會覺得點解媽咪我唔可以即係。我想打幾耐機就打幾耐機，咁呢個就係佢去 ask for 自己嘅自由嘅開始。咁然之後先慢慢講落去，其實乜嘢係自由啦？咁同埋自由係咪代表一個冇限制嘅嘢啦？咁呢啲其實咧，我覺得嗰樣嘢係我唔需要拗贏個小朋友嘅，即係我唔需要今日同佢講係咁，所以最尾咧你就收機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唔係需要用呢個 ending 嘅，佢只係需要知道，即係哪怕佢話幫我聽媽咪你明話我可以有自己自由嘅打機嘅，但係佢記得個 on the condition that 佢哋係即係佢唔係侵犯緊人哋嘅自由去做，或者將呢件事再宏觀啲，佢知道係一個社會，你去點樣尊重其他人嘅自由？咁我覺得 OK 嘅。佢如果明白到呢一樣嘢咧，佢今日去打鋪機 OK。你可唔可以試一次啊？我同嘉明就扮演你嗰兩個可愛嘅女兒，我要打機，我要打機，我唔瞓覺，我唔瞓覺，家姐唔瞓我都唔瞓，梗係你老啲啦，你係家姐唔瞓我都唔瞓，係啊，你唔晚瞓咩？唔晚瞓，我要打機。但你打機嘈到家姐喎，你都打緊機啦。我唔係我睇書啊，你睇咩書啊？你夾住我睇住你有寫真集啊？睇媽媽本書啊，呢本書啊，呢本係咪寫真集啊？係咯，咁你快啲演繹點樣可以？嗱，我知 Bonnie 可能會點。係媽媽而家唔出聲啦，咁啊好犀利。我經歷過一次喺個車度，係媽媽而家唔出聲，你冇掟爆佢。你諗下係點樣啊？而家？好犀利！我其实好中意睇到 Bonnie 即系教女啊，或者同啲女倾偈嗰啲，好即系佢系你系最后举蓝旗咁样嘅，然后就唔讲嘅，然后就唔讲嘅。你咁样举蓝旗嗰啲好渣噶啦，Bonnie 唔使举旗噶。系 OK OK， 妈妈唔出声啦。哦，好。咁跟住点啊？犀利。咁咪女剩低自己谂下有冇问题咯。但佢系咪真系会同你牵涉到？剛才講自由嗰樣嘢，即係佢有冇曾經會挑戰過你？就係、是、媽媽，我冇打機嘅自由嘅咩？咁樣佢冇就住打機呢樣嘢啦。譬如我講啱啱啊，佢啱轉咗校喎，咁咧佢就比較多功課。頭先我同你講過啦。咁跟住然之後，佢有一日係同我投訴，佢媽咪點解我要寫注音啫？我都識寫個字啦。咁樣即係佢會同我講呢啲投訴，即係點解佢冇一個自由去選擇自己嘅功課咁樣？咁即係坦白講咧，去到呢啲位咧，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我係同小朋友傾咧。你唔係一定要佢相信你嗰套係啱嘅，我係調翻轉頭，即係我第一個時間係同佢講，我話其實我都覺得係噶，即係既然識寫個字，我都唔明點解要寫注音嘅。我咁樣講咧，唔係即係我係想頭先嘉明明同我講嗰個同理心嘅，因為我嗰下咧，我係真係第一時間，我都係諗到。
係咯，點解咧？我係真係唔明嘅。嗯。咁所以好多時候，如果佢去同我提出一樣嘢，我覺得係合理咧，其實我係真係會同佢第一下，我會話俾佢聽，係咯，即係我都唔係好明喎。咁跟住我哋一齊研究下點解咯。即係嘉明頭先講嗰個情況咧，即係雖然佢係見過我即係咆哮啦咁樣，啊，我要俾啲佢話唔係咆哮，唔係咆哮嚟嘅，係冷靜，即係。是靜默的一種反應嚟嘅。我要跟大家講下咧，即係身邊呢兩位啦，阿仲有梁啟智唔喺度係嘛？同埋誒，即係你嘅全家啦。咁即係我哋喺台灣咧，即係其中一個誒，佢哋係我嘅飯腳啦。即係佢哋幾家人係我嘅飯腳啦。我當你哋家人㗎，係唔係飯腳嚟㗎？同埋咧，我哋嘅旅行嘅夥伴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係見過咧，即係我哋幾日嘅相處啦，日日啦對住我哋嘅小，即係我嘅小朋友啦，你嘅小朋友啦，即係你哋屋企嘅人啦。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即係你知咁樣嚟相處咧，你完全係見到咧，你每一日咧，即係你即係等於冇化妝嘅意思，佢嘅講法係係一間道理㗎啦，係冇得化妝咁樣，唔係咁所以係真係會有啲位置你都會嬲嘅，咁但係咧我即係因為阿嘉明坐我架車，咁所以佢就會比較喺架車度聽到我哋嘅對話啦。我覺得小朋友好多時咧，佢唔係唔知道一樣嘢唔啱嘅，所以要同佢咧，佢明白咗嗰個基本嘅道理咧，你要去做嘅嘢咧係冷靜同埋叫佢去諗。佢有咩 solution？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教小朋友，尤其呢個年代咧，唔係要話俾佢聽我掌握所有問題嘅答案，因為根本就冇可能，亦都冇一個人可以掌握呢個世界上所有問題嘅答案。我哋要教佢哋嘅咧係佢點樣去諗，同埋就算嗰樣嘢係媽咪講都好啦，即係我唔係教佢巴拗頸啊，但係佢都可以諗我講嘅嘢係唔係一定啱嘅，即係就算媽咪好啊，我而家出咗本書啊，咁但係佢都可以同我講，但係媽咪你即係佢都可以依然反駁嘅啊，其實但係媽咪你話我冇影響到人就可以做啊，咁但係我。即係我冇影響到人喎，點解我唔可以打機？即係我覺得呢啲問題我亦都 open for 討論，我覺得要教小朋友嗰個位置就係、是。我哋不妨咧問翻個問題，叫佢用佢個角度去演繹俾我哋聽。咁好多時候咧，聽到嗰個答案咧係即係令我有驚喜嘅。咁我又舉翻啦，即係我話第一本書係關於 COVID 啊嘛。嗯。咁跟住我記得咧我係問佢啊，係咪 COVID 嗰本書咧？總之有一本關於情緒嘅書啦，咁樣咁跟住我係問佢啊，究竟乜嘢係代表嗰份譬如掛住啊？跟住佢係即係二話不說，佢哋一齊同我講係媽咪。咁點解係媽咪咧？就係因為喺嗰本書咧，即係去表達嗰個好掛住嗰個情緒咧，嗰個係一個媽咪嚟嘅。咁所以即係對佢哋嚟講咧，你收到嘅答案係即係。不是一个很正路的答案，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调翻转头是会令我们大人有反思的答案咯。对、嗯。譬如刚才你说即是为什么写注音啊，或者他这边叫写国字啦、啊、即是如果我们写 正体字啊那个意思呢，那我仔刚刚调转的他是问为什么我要写国字，因为他觉得注音很容易，即是相对呢、嗯、写几笔就已经可以完了那个字啦、啊、这样。咁咧，咁對我嚟講，我梗係要求佢寫國字啦，因為好實際噶。佢啲功課全部寫注音，我一樣都唔識睇。咁我點幫你做功課咧？我每次都話：阿師兄，你可唔可以寫翻話俾我聽？你有四樣功課，我冇一樣知你係做乜嘅喎。我淨係知道嗰度寫住 page 十六。咁究竟係邊一科啊？十六咧，佢又唔講喎。咁所以我話啦，嗱，你唔得啊！你特登用呢個嚟整蠱我咧，我搞唔掂嘅。跟住佢就會問你叫師兄㗎。唔係我而家咁表達啫，係啦，我都係會叫阿仔嘅。咁但係佢咪問佢話點解我都係要寫翻國字咧咁樣？咁我都諗咗好耐嘅。哇，有咩方法可以話俾佢聽咧？其實最後梗係我想話俾你聽，我要你識啦。咁我淨係諗咗個實例啫。我就話嗱，你睇下呢本漫畫，因為我仔好中意睇One Piece 海賊王嗰啲。咁我攞本漫畫俾佢話，你揾一個注音俾我睇下。冇，係咪冇咧？嗱，再攞多本。梗係要揾啲冇噶啦嚇，係啦，喺呢度，係啦，揾咗幾本。嗱，你平時走去睇呢本咩《尋龍記》，有冇注音啊？冇，咪咯。我話你以後啊，你越大個，你睇嗰啲漫畫冇注音㗎，注音幫你起步。你中間好多嘢都係要睇國字嘅。咁你又唔識睇國字，咁你咪唔知啊 ？Luffy 同邊個打緊交咯咁樣。咁你唯有用呢個方法，即係實際嘅，即係要用一個好實際就係咁，同埋亦都有啲似頭先阿 Bonnie 講嗰種，即係。你要佢自己好似諗完之後都覺得都係嘅，咁啊呢本漫畫都係國字，我唔識國字實就睇唔到漫畫，咁佢先至會有少少即係願意放低佢嘅堅持咯。不過唔係嘢嘢成功嘅，
因為對佢嚟講，如果慳時間咧，佢都係會唔睬我嘅。咁、但係起碼即係我帶佢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似多少少所謂理據去說服佢咁樣咯。係啊，哦、都痛苦嘅。你講呢個例子，我覺得即係是非黑白容易去講得到啊！即係你睇本漫畫睇唔睇到咁樣啫嘛。係、啊。即係譬如講舉例，譬如講第三本啦、啊，公義啊，呢、這個槍我覺得最含糊，最唔容易講得到啊！即係公義。你對錯即係係一件咩事咧？點樣叫做即係有正義啊、公平啊咁樣啦？裡面都有講過，譬如可能係。大家企同一個箱望一個球賽，但有唔同小朋友唔同高度，咁係咪大家都唔同一個高度嘅箱呢咁啊？為什麼只有你可以看手機？呢、這個其實都係我仔成日都問的。正正係啦，係啊。為什麼？有啲問題唔係咁容易是非黑白清楚嘅喎。咁而又要咁精簡地表達到出嚟，咁你創作去諗嘅過程又點樣做呢 ，Bonnie？我將我自己明白咗嘅嘗試擺咗入去先啦，跟住嘗試同佢哋，即係咧，我畫嗰啲火柴人啦，跟住即係一路咁樣揭住同我哋講啊先啦，跟住睇下佢哋有咩 feedback 啦。咁所以譬如喺公義裏面，我可能先去同佢哋講係咪一啲即係大家高度唔同，但係企同一個箱係咪公平先啦、啊？咁又或者調翻轉頭，其實真正點樣可以改造一個 system 去令到大家都可以喺叫做同一個起跑線啦、啊、咁樣？咁呢個就關乎我哋成日講嘅教育呢個問題。喂，我鍾意你呢三個分類，不如你可唔可以當而家又係我哋兩個女又嚟啦？因為佢咧將平等、公平同埋公義，佢就分開咗好清晰嘅三個概念嘅。啊，妈妈，我同大女又要听古仔啦，你家姐啊，系啦。咩叫公平啊，妈妈？唔公平，唔公平，咪即系等于唔公义，系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咦，妈妈，你冇敷面啊？你做咩系咁遮住自己啊，妈妈？你咁样好难入戏啊，两位。因为佢唔会咁讲嘢，咩？你即系嫌佢做家姐唔够生？唔系，我做家姐啱嘅，你做女咧就唔系呢一种嚟嘅。好啦，妈妈，我哋继续倾啦。妈妈，点样为之嗰三个箱？因为我觉得呢三个名词几好嘅，即系个概念系啦。同埋真系，其实喺大学一年，大学一年班都系教紧呢三幅图嘅啫。系咪啊？系啊，我都仲教紧噶，之前嚟嘅时候。系啊，咁但系呢本书里面见到。俾一啲小朋友睇，佢點去解釋到咧？咩叫平等？媽，我去講嘅時候咧，通常咧，即係我喺裏邊都有講到啦。咁通常你就咁齋同我哋講咧係唔得嘅。咁咧你要配合一啲佢哋中意嘅。咁所以咧，我喺裏邊寫咧就係阿媽咪咧係攞咗兩碟。嗰啲曲奇餅出嚟嘅咁樣，咁就即係我哋譬如食嘅時候啦，咁佢哋梗係覺得我要五嚿，你要五嚿，即係你知好興噶嘛，有兩個小朋友或者以上嗰啲咧，咁佢哋就一定覺得哇，點解你多我一粒啊？點解你少我一粒啊？咁即係呢啲噶嘛，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即係佢哋一路食嘅時候就一路可能喺度諗緊，啱啊，我哋大家都係五粒先啱啊，咁樣。咁呢個就係叫做。因為我就可以叫平等啦，大家是平等咁，即係去 share 一樣嘅嘢咁樣。係 equal 嘅，一人一半嘅咁樣。大家攞嘅係好 equal 嘅咁啊。係係係。咁但係譬如我去講到呢度咧，就話：，你睇下喎，嗱，如果有媽咪啦，係啦，跟住呢個女仔咧，係其實有前集嘅呢個女仔其實是雪雪嚟嘅，嗰個波咧係阿妹嚟嘅，係係啦，阿家姐同埋妹妹咧，佢哋如果都只係有一個箱仔嘅話咧，咁其實佢哋睇唔到呢個球賽喎，你望唔望到啊？哦，即係嗱，我哋俾啲觀眾睇下，即係佢意思咧，如果你絕對嘅平等，哎呀，絕對嘅平等咧，咁可能矮嗰個咧，佢都係分到啊呢度矮啊 sorry， 矮嗰個咧都淨係可以分到一個箱。咁再矮嗰個咧，佢得一個箱咧，佢就乜嘢都睇唔到啊！咁啊，媽媽高啲咧，佢一個箱就咩都睇曬。咁如果大家表面好平等，大家都擁有一個箱，但實際上咧，佢哋嘅權益咧就不平等噶啦，即係就會被剝削噶啦咁樣。咁如果你覺得都想大家都睇到，咁可以點咧？拆咗夢牆佢。呢、這個都係好好嘅方法啦，係啦。佢終於入戲啦，肯接受我哋係女啦，拆咗夢牆佢咯，咪大家都睇到咯，媽媽係咪？妈妈你又唔讲嘢啦，啱啱入戏，而家又唔讲嘢啦，我都顶你唔顺，家姐无端端上身嘅你，你睇你自己都系咁，真系，系啊，唔系你讲得啱啊，妹妹系差半场就去到公义噶啦，系咪咁快到公义啦？系啊，但系妈妈如果譬如家姐啱啱食完饭，我系家姐吓，妹啱啱食完饭，咁啲曲奇饼就唔可以分咁多俾佢啦，要分多啲俾我啦，系咪咁讲啊，妈妈？系啦，所以你见到咧呢幅图里边咧，其实妈咪咧就见到妹妹咧系睇唔到，所以咧就让多一个箱俾佢，咁咧就系妈咪又睇到，家姐又睇到，就系我指住呢个啦。
妹妹又睇到喎，但係你有冇發覺啊？其實咧 ，Chicky Duck 嘅雞雞咧，佢都仲喺度嘅。如果佢咁矮都要睇到嘅話咧、嗯，可能我哋真係要拆咗布牆，大家先睇到。所以拆牆就變咗係制度上嘅改變。係咁啊，大環境令到大家都可以好友善、好平等咁即係得到嗰樣嘢啦。咁如果拆牆，你睇而家係啦，拆曬牆啦，拆牆就最下面呢個啦，係公義呢個啦。其實我覺得呢三個概念真係咧，你如果唔用頭先嗰個實例咧，就係真係嗰個概念好難。灌输都俾小朋友嘅，咁、样其实就帮到手。你喺大学教嘅时候，咪都要用好多例子。我好惨啊！我系去到公义之前就停落嚟。点解？因为咧，其实主要系讲公平同公正系乜嘢？系咪？系咪公正啊？公平同平等系公平同平等系乜嘢？系、就未去到公义嗰个位，所以就系分双，即、就、系、是、矮啲嗰个就企高啲去睇一场球赛，就未去到拆场。系，咁就停咗喺度啦。都啱嘅，即系如果你话日常生活咧，譬如我谂所有父母都会遇到咧。当你有一个系大仔细仔或者大女细佬咩都好咧，其实佢嘅待遇系一定会有少少唔同噶嘛。咁所以咧，即系譬如上次我仔病咗咧，细仔病咗，佢系同阿妈瞓啦，即系方便中间照顾佢啊嘛。大仔真系会问嘅，嗰妈点解佢可以同你瞓咧？咁如果用头先阿 Bonnie 嗰个第一格，即系要系平等咧。就好明顯唔平等啦，因為佢哋冇得一齊同媽媽瞓啊嘛，咁佢哋更加冇諗過我直情冇得瞓啦，因為我就要讓張床出去，我就瞓 sofa 啦。咁你唯有真係同佢講話，個原則咧就係邊個病咧就可以同媽媽瞓，係按需要。係啦，咁就變咗按需要，咁嗰個係咪就可以叫做跳咗落去頭先第二格嗰個叫做佢叫咩公平啦，公平嗰、那个先至叫公平啦，就唔係純粹平等啦。但係咧，我做你個仔咧，以後爸爸唔可以同你瞓。我哋要公義，系啦，拆咗唔知乜，唔知拆咗乜啦，拆开你哋两个，拆咗嗰间房去，系啦，open bedroom 咁啊，大家一齐瞓啦，咁样都要嘅，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例子，大家如果代一代咧，比较容易啲，因为小朋友最容易讲嘅就系唔公平，唔公平咁啊，即系大家唔使多费唇舌啊嘛，可以用呢个方法解决到噶嘛，系咪？喂，我想问完得几好，我哋即刻帮你。我见你一路都唔肯同我哋做戏。做咩？唉，真系令人哋唉好嬲啊！妈妈唔睬我哋啊，因为你啲气太差嘛。系都系都系 OK。喂，但我想问你哋啦，你哋既然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喂而家教细路咧，你要喂要好似 Bonnie 咁做到绘本去讲啲咁深嘅概念咧，自由即系。自由公義選舉同埋公義，即係要做到咁樣咧，係咪即係我哋今日做父母啊？我唔係父母啦，即係我諗翻我父母點做父母啦，佢哋唔需要教我呢啲啦，係咪今日做父母特別難啲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即係其實係我覺得今日做父母嘅難咧，係因為而家小朋友越嚟越叻。咁所以我觉得係我哋唔可以淨係话我话点就点嗰种嘅形式去教，咁呢个係今日嘅嗰种难，但係嗰种嘅唔难呢係其实我哋可以即係而家有即係你 search 到好多嘢，其实你好 handy 可以用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嚟讲我觉得唔係难咗，同埋即係我觉得呢係每一个人用自己嘅專長嘅啫嘛，譬如可能係你可能教佢哋好多流行，即係你如果即係定時有小朋友可能嚟教佢哋好多流行文化嘅嘢啊咁樣，咁我只不過係將我當年我讀書即係我淨係識呢啲噶啦咁樣，咁我就唯有將我識嘅嘢去教佢哋，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咯。咁譬如可能有啲爹哋媽咪佢哋係 sport 好叻嘅，咁可能佢哋教到佢哋去，譬如我到而家唔識踩單車嘅咁樣，我成日都話你哋唔好要我踩單車，咁或者你哋要教識我先。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你可以俾小朋友一個傳承嚟嘅，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嘢嚟嘅。一定係即係要講啲政治嘅嘢，要講啲哲學嘅嘢。雖然我覺得呢樣嘢本身都係好緊要，但我覺得係就係每人將自己覺得你可以 contribute 到嘅嘢，咪就係將佢咁樣去 pass 俾下一代咯。喂，大蘭，如果你話講父母教小朋友個艱難咧，即係生活化嘅，我哋一間可以再大力討論啦。但如果你話咧，由呢幾本書引申嗰個教咧，我諗其實可能而家譬如我哋睇緊直播嘅朋友咧，佢可能喺香港啦，佢都會真係問嗰個問題。平时教佢难咧都算啦，但如果喺你呢本书带出嘅嗰啲内容，我而家喺香港系咪更加难教咧？即系唔使讲得咁即系自由选举嗰啲啦，可能佢都谂紧，佢惊离地啊！即系会唔会咧？如果喺香港嘅朋友咧，系咪佢会觉得好难喺现实生活里边对照啊？因为书里边可能好多嘢佢都见唔到。是不是会有一个好大的困难，你觉得如果现在是香港的家长。
即可能你對一啲朋友仲喺香港咧，咁你哋有冇可能都會分享一下就係陰公咯，最近點啊？即如果係真係要教佢哋去面對一啲變化萬千嘅事情嘅時候，咩態度會好啲咧？定係避開先咧？咁樣？冇得避㗎，你喺呢個時代邊有得避啫？唔、但係你咁樣講嘅時候，我覺得好啱啊！即係好啱嗰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我而家咁樣可以，我而家唔喺香港，所以我可以好暢所欲言咁去講一啲嘢。咁、但係當我而家呢一刻喺香港，咁、我自己都會擔心，哇！即係我小朋友會唔會突然之間嚇俾人停學啊嘛？係嘛？咁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嘢嘅發生咧？咁樣咁，但係我。都是依然那句，即是我觉得呢这一样东西的是非黑白是清楚的。即是譬如在一个社会如果那个法律是没有保障到人的话，那这件事是真的不公义的嘛。那你不可以因为你觉得哦我怕他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呢，他会因为自己的公义而即是有后果，所以你就不要教他公义。即是我觉得件事真係錯曬嘅，同埋你冇得避㗎，即係唔通你就正正因為咁，唔通你覺得係可以就係讓佢繼續覺得不公義就係正常嘅事咩？即係我覺得真係唔得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教佢嘅就係點樣有嗰種對人嘅。即係你可以係啦，對人嘅關懷或者同理心，即係你可以去理解點解呢一個人佢會咁樣樣。但係你唔需要覺得呢個社會發生嘅所有嘢都係正常同埋應該噶嘛。即係你可以明白係有啲人可能係有啲原因，但係你唔可以覺得呢件事係應該嘅。係啊，其實因為我覺得咧，點解頭先問呢個問題咧，正正就係我哋其實知道咧，佢呢一 set 書咧好有需求咧，就係、是。其实真的很多海外或者仲喺香港的家长朋友咧，即系佢会觉得喂，即系自己讲不到啦，咁起码有呢些书咧，佢系话俾我哋听，我哋曾经有啲好珍惜、好重视嘅价值咧，其实就喺呢啲即系字里行间系睇到。咁最少，因为我真系嘅，如果你谂下，即系香港家长咧，佢攞呢些书咧，嗱，佢又唔系即系要你行到。有一百几十步噶嘛，佢净系想话俾你听，喂，其实有一啲系好基本嘅嘢，你起码要知先。知完之后，究竟喺现实世界攞唔攞到咧，又另一回事嚟嘅。又我又觉得 O K 嘅，但系最紧要就俾佢哋保存咯，即系好似要留低，真系要留低一份心意啊，同埋记忆啊。我觉得呢个真系紧要噶，系啊。同埋我谂攞到去边度都即系通用嘅，唔系净系话讲紧香港或者台湾，甚至其他某个特定国家嘅处境，系你知道究竟系即系成个世界，你话普世价值啦，咁样普世嘅一种思考，一种基本。咁我都係最重要的。因為譬如咧，你舉例啊，你話選舉咁樣咧，因為有陣時啲小朋友咧，可能聽到大人睇新聞嘅時候咧，字裏行間言辭之間可能噏咗啲嘢咧，可能話喂假啦，呢、這個都唔係真選舉啦。譬如你話烏克蘭，佢啱啱就嚼咗四個即係州啦，跟住就話搞咗公投。咁如果佢聽到大人講話假啊，嗰個唔係假，或者唔係一個真嘅選舉咧，可能佢都會問你媽媽咁咩叫真嘅選舉㗎？嗱，咁你呢個時候就可以唔使咁複雜啦。你就可以话俾佢听，嗱，真嘅选举咧就要包含有几种元素嘅，你嘅声音要被听到啦，你又要有一个公平嘅过程啦，平等及不记名嘅选举。喂，嗱，我哋譬如呢个佢仲有教到咩制咩比例代表制咁样，制度上系啊，制度上好犀利，系啦，分析咗呢步。但我觉得呢个系可以即系有心有钱咯，即系譬如如果你个僆仔未去到认识制度嘅，你净系呢一句，起码要不记名嘅，跟住你就可以攞俄罗斯嗰张图画出嚟。佢攞住支槍喺隔離度嚟投票，咁好明顯就唔屬於啦咁樣，所以呢個咪可以咁樣幫一幫手咯。我覺得呢個真係噶，呢些書係有嗰、那個即係好重要嗰個保存價值嘅。我感受到友誼嘅好貴啊！真係喎，呢個好貴，呢個好重要啊！真係係啊，因為特別海外好多即係朋友都會係好需要呢樣嘢。我哋要保育呢套書，保育呢套書㗎，係啊。嗱，咁除咗頭先我哋講。话即系呢本书佢里边带出嘅内容啦，即系嗰个价值观好重要之外咧，其实先啱啱都掂到一样咧，就系呢个世代教小朋友，即系嗰个困难啊嘛，咁样咧，即系你变咗而家系半个台妈噶啦嘛，我哋都可以咁讲噶啦嘛，系咪？系嘛？台妈同港妈，你 feel 唔 feel 到有咩唔同咧？台妈同港妈系啊，唔系讲外表、啊。台妈好似讲嘢温柔啲啊嘛，你睇下我呢啲台妈讲嘢系咪温柔啲咧？
台湾的妈妈会比较温柔吗？我听他们说话都有一个台湾朋友，这个那个唱调是不同的，你让人太尴尬了吗？不要哭，我没有哭，我会说台湾的女性是很有韧性的，好硬性，所以至少。我妈妈有点像 Bonnie 姐这样子，就是比较 sensitive， 然后她比较那个敏感，多愁善感。她就是比较敏感这样子。孩子，你这一分钟还没有回家，我要哭了，是这样。他妈，他妈。可是我奶奶是有另外一种那个典型，另外一种type的。哦，好。我的奶奶就是那个，就是怎么样？凶一点的，也不是凶，就是他是硬邦邦的。Breadwinner， 这次出去经济打工，就是他是在外面工作的哦，所以他比较 rational， 跟你讲道理，他会分析事情给你听。好，我们等一下，请你好好帮我们再分享台妈同港妈，你嚟到整个环境，觉得令你会不会同啲小朋友相处都唔同咗？我谂紧有啲咩唔同吓。我觉得咧，因为头先我讲咧，就系因为通常喺台湾嘅妈妈，佢哋系要自己做嗰个照顾者，咁所以咧，第一佢哋通常都煮得一手好饭，都可能系。咁我就系完全系即系系有名嘅地狱厨神嚟嘅。哦，系咩？哦，诶，你有冇食过？唔系，因为我就咩都食嘅，系啦。我好难觉得是地獄的，系啦，我自己煮俾自己食嗰啲，我都觉得好好味嘅咁样。唔系，所以我哋 BBQ 啊，即系所以你第一个就觉得台湾妈妈可能即系厨艺就会厉害啲，是功能性嘅啫，即系煮饭啫嘛，老实讲紧。但系譬如面对小朋友，究竟系软啲啊、硬啲啊、讲道理啲啊？定是其实都要权威啲咧。嗱，我有个观察嘅，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咧，即系因为我发觉咧，佢哋啲妈妈同埋爸爸咧，系真系都比较不容易动怒嘅。因为我有好多次咧喺嗰啲公众场合咧，见到可能嗰个小朋友曳啦，佢可能玩水，唔知佢玩到癫咗定咩啦咁样，跟住个爸爸喺隔篱咧，系爸爸嚟嘅，即系正路应该恶少少噶嘛，但系佢都系咁样，佢话：我有制动啦。好啦，不要再动啦。咁你个仔咁嘅时候会点嘅？太多了，再起来，系啦，陈小文，不要动啦，来走啦。哇，佢可以即系都几有耐性喎。喂，但系有冇年纪之分嘅？即系好似我哋呢个年纪嘅，同我哋呢个年纪嘅，就会系呢啲嘅。系啦，同我哋呢个年纪咁样嘅。我睇电视嗰啲父母咧，如果系即系譬如唔系我哋嗰代嘅父母添，可能真系五十岁到五十几嗰啲，系咁同你争两岁啫，都系系啊，差两岁啫，系啊。嗰啲權威性咧，唔係你作大咗啦，作大咗嘅，係佢作大咗兩歲嘅，係啊，差一歲就係啊。唔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咪年紀啊，即係五十歲大我一年嗰啲咧嚇，嗰啲可能會咧係惡啲嘅，可能會㗎。但係因為咧，即係嗰個感覺係佢一嚟嗰個比較態度比較溫軟啲啦，同埋好似頭先我哋嗰個台灣朋友講佢韌性比較強，因為佢好耐都唔嬲嘅，好耐都唔嬲嘅，同埋咧。佢就即係我覺得佢冇有時我見到佢冇咁易驚惶失措喎。譬如我見過有個僆仔，佢已經差唔多擒咗條橋出嚟咧，佢只腳掂水噶啦。咁你俾我就會好緊張。喂，唔好啦，只腳唔好遞落去，快啲翻轉頭。即係我係咁樣嘅。但係我目睹過有限嘅嗰啲台灣爸爸咧，佢都係話：陳小文，腳縮回來啦，是啦，不要放進去，過來。不能这样啊！哇，慢慢喺度咧，好似说明文咁样。跟住我话：哇，咁犀利啊！真系，定系你系出边忍噶咋？系咪翻去都九阳神功都嚼佢噶？我又唔知道，即系我入唔过佢屋企噶嘛。但系好似普遍都系，我觉得佢哋嗰个韧性系啱，比较强啲。所以你见阿蔡英文喺今次个双十里边，台湾四个韧性，我谂佢争在未话啦。父母也有很大的韧性，呢個你有冇你 feel 唔 feel 到咧？譬如你啲女嗰啲家長，你有冇覺得可能佢哋都好唔輕易炸爆炸咁樣嘅咧？我唔係即係點樣講咧？通常你出嚟玩咧，大家唔會無端端就喺度狂爆炸噶嘛。即係你話齋，其實喺屋企
即系我唔系同你哋咁熟啊，你哋都唔见我爆炸。冇，我哋保住你形象啊，小事啊。你咁样讲好似好油，佢真系唔爆炸噶，我好诚恳噶。系咯，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嚟到呢度可能嗰个其中一种就系佢哋相对有啲有呢种韧性啦。咁但系咧，譬如如果你话有另外一样咧，就系佢哋嗰个对教育理念嗰个风气咧，又真系好强嘅。譬如咧，佢哋好接受好夜先放学呢件事。系呢个真系好夸张。系啊，即系嗱，我举例先啦。我有一次咧，我就我嚟到，我应该系嚟到第一年，因为我而家嚟到年半咁上下啦嘛。咁啊，个大仔咧，突然间有一日咧，老师就打嚟，佢就话佢今日要迟啲先可以放学。咁对我嚟讲，迟啲嘅意思可能系咪即系本来五点系咪而家五点半嗰啲叫迟啲啊？咁样。佢話唔係啊，因為佢咧學習進度追唔上，佢話我要幫佢補一補課，咁我梗係哇你反應啦，哦好啊，你幫佢補課，補到幾點鐘咧？你估咁樣？佢一開個盤口，七點鐘，真係啊！跟住我唔使食飯咩？我話老師七點鐘，哇咁但係老師免費喎，佢真係佢真係他免費幫你補習，唔係即係個意思係佢冇佢唔會即係額外去。应该咁讲，佢自己都蚀底噶嘛，其实佢留到咁硬，每人加人工俾佢噶嘛。咁所以我嗰阵时我第一次咧，我就话哦好啊，咁就又第一次接触啦，就战战兢兢咧，根本就唔敢催佢，咁啊就完咗嗰件事啦。咁我记得嗰阵时系因为佢追唔到嗰啲主音，因为啱啱嚟台湾，咁就佢帮佢手嘅。但系到第二次咧，就系几个礼拜前啫嘛，咁佢又系话你个仔都系要留一留堂，跟住我话有留啊。跟住佢话系啊，因为佢有啲嘢又系跟唔上。哇，今次劲咯，今次去到七点半，我个人都饿到咧。但系我今次咧又进取咗啦，我催个老师，我话老师啊，放得学未啊？咁样佢话系未。咁我今次唯有直接讲话，老师你肚子也饿了吧？七点半了，要不要我买外带的饭给你啊？还是回去再我再帮他做功课好不好？跟住老师话不行，咁即系譬如呢啲咧，我谂即系我系事后我都系感激老师嘅，因为其实佢真系奉献咗佢嘅时间，因为佢留咗七点半啊嘛。咁但系譬如香港，我谂冇可能发生噶嘛，你七点半小学生，不过我离开咗小学呢个圈都好耐啦，我唔知而家香港嘅小朋友会唔会都咁进取咧？即系譬如呢啲。你谂下，你喺香港，你肯定想象唔到会咁噶嘛？唔会啊，真系唔会啊，系唔会噶嘛？唔系，但系讲紧间学校啫，但系父母接唔接受啊嘛？父母好接受啊，喺呢度真系好接受，真系好接受噶，系啊。咁咪真系可能好相信学校嗰种权威？系啦，我就觉得呢度系有一个唔同啦。我觉得除咗相信权威系好实际嘅考虑嘅，我真系同大家讲，即系你谂下，你本来嗰日咧，你系连加班。三个字你都唔敢，因为你要去接个细路。哦，系。跟住，但系哦，原来有一个课后班，咁你嗰日就可以去轻松一阵，或者唔使赶嗰架车就可以接到佢啦。所以我估你开始即系听到五迟少少嘅时候，你心谂我多半个钟自由，其实你嗰下应该系有暗暗地系啊，半下开心。即系唔系？不过有啲好实际噶。如果你再托管到某个时间，你要俾钱噶，即系有啲另计啦。咁但系。我點解我話呢度嘅家長好接受呢？因為譬如我有時同啲台灣一般，即係佢又唔係特別做邊行嘅，總之係普通可能剪頭髮嗰啲媽媽喺度傾偈咧，佢真係會同你講話，咪送去安親咯。佢話咩啊？我就把他放去安親就可以啦。那七點差不多啦，也需要七點啦咁樣。佢係好 casual， 佢話真係冇嘢咁樣，就係所以好神奇嘅喎。即係呢件事係啦，嗱，我哋正所謂呢讲正经嘢就不忘 sell 书，我哋揿出嚟先。我哋非地其中一个伙伴梁启智提醒大家，唔好净系讲啊，要买书嘅话有呢条 link 喺度。系好，唔该晒阿启，多谢各位好朋友。系记得各位真系，其实我哋有噶阿启啊，你见到我哋呢条 roller 咧，就虽然好似细啲，但不停 roll 紧噶。如果想买呢一个什么事嘟嘟系列咧，同心看世界呢度有个 Google Form 咧，有个订书单嘅，你可以咧就即刻揿上去咧，就会可以买到噶啦，系啦，欢迎大家可以多多订购，系啦，阿启权威好强嘅，我哋边度教得？系我哋会，我哋唔敢停嘅，即刻系啦，我哋翻嚟啦，咁样系啦，好。你头先啱讲到安亲班，唔系，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呢度咧系好觉得
譬如私立嘅小學啦，咁好多時就全日嘅。跟住如果係公立嘅小學咧，佢通常會可能就就住佢嘅年級，咁就譬如低年級嘅就可能一日或者兩日咧係全日，跟住大部分日子咧就半日。咁嗰啲半日嘅日子咧就係會去安親班啦，因為冇人睇住嘛個小朋友。咁而安親班咧，佢哋嘅 standard 咧，即係六點幾七點放咧係佢哋嘅基本嘅時間嚟嘅。咁所以譬如我而家個女啦，咁佢。即係五點放，咁我已經心裏邊諗，啊，湊都會翻屋企，再要食飯噶咯喎，跟住仲要做功課，冇時間噶咯喎，即係我，因為即係之前咧，我女咧就喺一啲唔需要做功課嘅學校讀書啦，咁我日日放學翻嚟咧，我同佢玩 board game 嘅啫嘛，跟住而家咧搞到我一個禮拜就係玩得兩鋪咁樣啦，即係做功課嘅壓力其實亦都係。是不是跟你来台湾之前呢个想象是有些落差？是啊，我都开头以为是会，即是我不觉得一定是没有功课代表好，但我也觉得即其实我以为会 relax 好多咯。跟住而家呢我会发现呢，即搞到我自己个心有啲内疚，即我心想，哎，死啦，即我是不是不应该即帮佢转校呢，我是不是即咁佢而家要做功课喎，即我都必须要讲，即可能喺呢度嘅角度或者老师嘅角度其实都係好轻轻，但喺我角度我就成日都觉得，哎，其实呢放咗学呢，因为香港呢你就算放学呢通常你三点咁上下，即就算返全日三点咁上下㗎嘛，咁佢应该仲可以食个下午茶啊，跟住做完功课都先食饭㗎嘛。咁但而家你諗下我头先讲啦，放五点喎，咁一个唔觉意咧，即系你知道我手车有几强噶啦，咁啊，即系又排慢咗，跟住你要逐个逐个接咁样，跟住就我即系翻得去都可能六点钟啦，咁你就觉得哇，你六点钟你仲叫佢做功课，即系好似应该系俾佢食下嘢啊，玩一阵先噶，咁跟住即系食饭，咁食完饭就喂，咁又要赶住瞓觉，即系好似真系冇乜时间剩咁样咯。系啊，不过就好似譬如我哋都有个网友阿 Sarah， 佢就话咧呢个安亲班咧系台湾妈妈嘅救星，系啱嘅。即係，所以可能咧，如果你作為一個好簡單嘅比較，就係香港嘅學校佢冇呢件事發生，係因為佢 suppose 你有工人，又或者可能會覺得你有啲長老會幫你湊一湊啦，解放咗即係爸媽嘅勞動力啦。咁但係台灣的確佢嘅制度有啲唔同咧，佢就要靠呢啲安親啊、託管咧。你去做嘅，咁同埋咧，我諗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觀念上面，大家記住咧，真係都要提醒自己嘅。譬如你假設你話你都仲係好有興趣嚟台灣生活啊，咩都好咧，讀書咧，佢真係並不是每一間學校都係 Happy School 㗎。我譬如我嚟之前咧，我都係可能睇咗有幾個可能佢兒台嘅嗰啲叫做 KOL 啦，好 happy 啊嘛，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可能影住佢。又攞啲樹葉喺度玩玩泥啊，又啲雨水打在孩子的面上咧，一面嘅希望啊，每一張相都係話陽光灑在佢張書桌上面，即係你每次睇到都話，哇咁正嘅，真係唔嚟台灣唔得喎，即係你就可以能夠感受到這樣的閒暇嘅生活。點知嚟到之後，佢都係有光打落張台度，不過唔係陽光，係月光。因为已经去到月光照地堂嘅时候，我个仔仲喺度，仲未写完嗰份功课。不过佢都有好多好有温度嘅嘢嘅，系佢有啲嘢都系有温度嘅。不过你真系千祈唔好谂住系，我只要进入台湾任何一所学校，我都能够有同阳光玩游戏嘅时间，你都要拣噶。系啊，即系你可以，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嘿，你两个爸爸妈妈，你唔识拣啫，你哋拣咗啲比较粗嘅，都系你自己拣嘅啫，条路啊，的确系嘅。所以你真係都要望清楚，可能有某一啲嘅學校呢就好相對輕鬆嘅，愉快學習嘅。喂，但我想問呢，因為你哋都係講緊返學時間長唔長啦，或者即係留堂叫留堂啦，香港即係留低要做好多嘢嘅。有冇啲實際上呢，即係我所謂實際上呢，見到老師教嘅同你嘅價值觀有衝突嘅。咁你真係見到你究竟你係叫仔女相信老师嗰套啊，定係你叫返仔女相信你自己嗰套呢？有冇呢啲嘢嘅冲突嘅呢？喺呢度我印象中呢，其实到而家都係得一样嘅啫，就係嗰个口罩，戴口罩真㗎，因为叫你唔好戴係啦，因为其实台湾呢边你真係要赞佢嘅，我怀疑其实可能香港都系嘅，即係如果校园里面呢，因为佢哋细个嘛，咁佢哋嗰个口罩嘅防疫意识呢强到一个地步系点样呢？譬如落车，咁我就已经系拍咗喺我屋企个停车场㗎啦，佢嗰个地理规划大概系点呢？呢度落车行喺停车场度行，行绝对系十秒嘅啫，到 lift然后直接喺个 lift 咧一上就到屋企噶啦，成个过程，除非你遇到混啲嘅啫，一分钟之内搞掂。
咁有阵时我都懒嘅，我就会喺呢一程冇戴口罩。但你知唔知道我个仔会点样啊？我话你做咩啊？做街啊？我话落车啦，上去啦，你唔系要屙尿嘅咩？我话一分钟都唔使嘅，爸爸唔得要戴口罩啊咁样。咁老师话要戴，系啦。咁譬如呢啲位咧，你就唯有我都话系啱嘅，系啦。哦。你想屙尿啊嘛？趕時間喎，而家揾唔住口罩喎，你上唔上去啊？咁樣同呢個過紅綠燈一樣。你呢個爸爸咧係教壞咗個觀念，係人哋真係啱嘅。佢係老師，佢係啱嘅，係啦。咁但係即係譬如呢啲咯，所以其實我因為可能小學佢有機會嘅概，即係嗰種叫做觀念衝突咧，又唔係好多。我唯一就係接觸咗，可能就係呢啲咁樣咯。你有冇遇到啲咩？我唔係價值觀衝突咯，因為我覺得價值觀都 OK 嘅。係我講一啲好實際嘅，唔知係咪好低層次添。嗱，譬如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咧，其實我哋細個學嗰啲筆畫咧，同而家有啲嘅筆畫咧係唔同噶嘛，不順係咪啊？咁你問我，咁我第一即係我都唔覺得自己喺呢個不順裏面可以算得上一個即係權威係啦。咁所以我都係覺得 OK。咁好似冇一個叫不順界 KOL 喎。好似未能够找到呢个界别出嚟。唔系咁我真的不识啦。咁我又不觉得我细个学的嗰个不顺是一定啱噶嘛。咁我咁呢啲位咁我唯有跟佢 OK。咁如果学校是教呢个不顺的咁可能而家呢个是即系因为我觉得有一啲系可能是约定俗成的嘢嚟嘅。咁我觉得 OK 嘅。咁你跟翻呢一度嘅文化呢度嘅习俗。咁跟住另一样嘢咧就是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咧，其實咧，台灣嗰啲地方咧，其實廁紙咧係唔可以抌去唔可以抌去個廁所嘅，係啊，冇錯，有嘅有嘅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特別女仔咯，即係可能阿仔唔覺嘅，即係女仔咧就係、是、因為你每一次都要用廁紙噶嘛，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一開始咧係有少少嘅價值觀嘅，呢、這個係咪價值觀啊？即係有呢一個上面嘅衝突嘅習慣啦，係啦。因為咧，即係我都要為我個女咧開始咧，即係嗰遇到嗰個嘅難度都要講講同大家 share 下，即係因為咧，我哋喺香港咧，咁就係即係你用完你去洗手間，咁你用完嗰張紙巾你就抌落去個馬桶，跟住就撳水啦，撳水咁沖，咁你覺得咁樣衞生啊嘛？係咪？咁跟住咧，佢一開始嚟到咧，佢读嗰间学校啦，咁佢咁做啦，跟住咧老俾老师闹喎，咁因为老师咧就话、我呢度贴咗咧系话唔可以抌落去噶，咁、样，咁因为嗰度可能系即系佢当时读嗰间嘅学校系啦，旧式啲，系啦，咁、但系即系始终佢。譬如嚟讀書嘅時候，佢都四歲啦，即係話佢都好一段日子咧，其實佢係習慣咗咁樣嘅。咁而習慣咧，要一個小朋友改變咧，其實真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咁所以佢唔敢去廁所，因為即係佢唔敢去太多，因為佢驚自己、搞錯咗，即係錯咗規矩。係啦，咁樣。哇！咁點算咧？咁我都掙扎咗好耐，咁但係即係好在啦，即係小朋友適應力好高嘅，咁你都急噶嘛？係，同埋你即係你唯有同佢解釋嗰個嘅 issue 咯。咁即係因為嗰度個渠會有啲 issue， 咁所以咁樣做咧會有啲乜嘢後果嘅產生？即係你一定要等佢明白成件事，咁會好啲咯。咁但係當然我都會即係同老師去商量話，即係不如我買一啲即係容易融化啲嘅去學校會唔會可以咧？咁樣即係因為一開始即係我又適應緊，佢又適應緊啦，咁你又要突然間改變咗佢嘅習慣，咁佢就即係慘慘豬咯咁樣。係喂，有冇嘢係你哋唔敢教嘅咧？講真，即係唔敢教。無論嚟到台灣又好，或者喺國語咯，我唔敢教。佢哋成日纠正我话我讲错，咁应该系要咁先得，因为佢纠正你，我几想有人纠正我，冇乜人纠正我啊，即系我成日搞错咗。要唔要同我倾偈啊？唔想啊，姐姐你又做错啦，唔想同你倾偈，唔系因为咧，我以前细个咧，我阿妈好多嘢唔敢教噶啦，譬如举个例。我见我同你开会嘅时候，我成日纠正你噶，以前系嘛？唔记得错，我唔记得住呢啲嘢。好啦好啦，唔系我话我阿妈咧，有啲嘢唔敢教嘅，譬如我问即系。好老土啊！你細個嗰啲，我哋邊度嚟㗎？呢一啲啦，係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嘢係媽媽同爸爸可能有錢銀嘅嘢，或者啲親人有錢銀嘅嘢，咁鬧交，咁你會見到親人鬧交，你就話：咦，點解你哋咁樣啊？咁樣，咁媽媽就第時你會明㗎啦，咁樣。
即系总系呢啲嘢噶嘛。而家你哋做父母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即系话晒都系年轻父母啊，你陪你细我咁多年，系咪先？梗系啦，妹妹。系咯，咁我想知系咪即系咧，能够而家系开明到其实系坐低，好似 Bonnie 咁，系嗱，你点睇啊？我点睇啊？咁样慢慢倾嗰件事出嚟咧，咁。我今日出嚟嘅时候，先啱啱面对一个可能有啲接近阿嘉明姐姐讲嘅呢个题目嘅，就系因为咧，同认识自己身体嘅器官有关，系啦。因为我大仔咧就秉承咗一贯男孩子都必经嘅阶段，就系会中意讲啲即系核核突突嗰啲小屁啦，即系每个男仔都中意讲呢啲嘅，可能一讲啲头先嗰啲字咧，就已经觉得好好笑啊，即系忍唔住要笑啊咁样。屁屁侦探啊，系啦即系我都唔明点解会有本屁屁侦探。好睇啊。系啦，咁啊，甚至乎佢仲会即系可能会譬如冲凉啊，总之佢见到自己嘅器官咧，好开心嘅。即系小朋友可能又睇得蜡笔小新多咧，即系总之你见到嗰啲就好搞笑啊。同埋咧，台湾佢哋原来称呼嗰度咧，即系我忍唔住同大家分享下，原来台湾称呼嗰度咧叫做妞妞。是不是这样子叫？他那个男孩子小便的地方，尿尿妞妞，我忘了，他好像是这样称呼。系台语定国语？我明你讲乜？是是，是男的女的也说去尿尿啊？哦，可是是这样哦，系哦，尿尿。系喎、哦，难怪因为他现在你问清楚头先，尿尿尿尿，佢头先啊同我讲到佢形佢声，我以为系啊，我都以为系啊，原来个意思原来系咁啊，尿尿，我最大嘅差异好好笑，系咪好笑啊？咁所以跟住我咁我要 stop 佢噶嘛，即系作为一个吓、爸爸都要话俾佢听，嗱你咁样唔好做啦呢件事，咁你都要花翻嘅唇舌，咁我最后咧我都唯有同佢讲话，嗱仔就每个人咧。都一定会遇到呢啲咁曳嘅学生㗎啦，因为我都係假设佢喺学校可能群到啲衰仔，我唯有同佢讲话你唔需要嘢都将佢学返嚟屋企嘅。係啦，你如果将佢所有嘢摆返嚟屋企有学府呢，同埋我唯有同佢讲话你呢，如果你同人哋行到边就同人哋讲话咩尿尿嗰个位嘅话呢，佢话啲人会唔睬你㗎，因为啲人觉得好肉酸。佢就會唔理你嘅咁樣，咁所以我就唯有用呢個方法話俾你聽，嗱要保護自己啦。我老婆有再細心啲嘅，就同佢講話，因為呢啲係一啲比較私隱嘅部位。佢話你去廁所都要閂門啦，你點能夠俾人睇咧，俾人知咧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我發覺對男仔咧係冇效嘅。你越話唔 OK 就佢越講啊。唔係因為咧，你話屙尿呢件事係私隱咧，佢本身已經唔知道乜屙尿係私隱嚟嘅咩？同埋咩叫私隱咧？你知唔知我試過同佢好多次？私隱係點解？唔係因為我試過好多次，我帶個大仔又好細仔又好咧，咁去小便啦，你一齊入廁格啦，譬如咁樣做啦。咁佢屙完之後，咁我例牌我都會同佢講話，咁你等一等先，爸爸都去埋廁所先，咁先好出去。我只係講漏咗句啫，你唔好開門啦。佢砰一聲就推咗道門出嚟。佢就话喂，都唔使益街坊大平卖啊，咁样你真系讲呢句啊？唔系就心里边咁谂啫。佢每次都系，所以譬如你话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咧，你叫佢即系要保护好自己嘅身体咧，对男仔嚟讲咧系零啊。佢连屙下尿都可以打开道门嘅，咁所以即系譬如对我嚟讲系会遇到呢个困难嘅，系有呢个困难。系咯，有啲概念都好难咁啊。咩叫私隐咧？即系你细个有冇注意过自己屙尿冇俾人睇到啊？有。但系唔知点解嘅，系啦，好难解，好似系自己了解翻嚟，父母冇讲呢啲嘢嘅，亦都唔敢讲嘅，所以即系咁多层次啦。第一，你又要咩保护自己啊、私隐啊咁样，咁所以总系有啲嘢系我大佬头先问紧，即系有冇啲嘢系禁忌又好，或者觉得难教啊，唔容易讲啊咁样咧。我觉得难教系好多嘢都难教，但系咧我。越是禁忌呢就越是要令他知道那样东西不是不讲得。嗯。如果不是呢他就真的觉得这个即就要不断讲咯这样。那呢有一套书呢我不知道台湾的家长有没有看就是是讲什么军委上小学。那套书呢就是由一年级开始讲到六年级的。那我记得呢好像大概三年级定四年级开始呢就讲月经了。哦，咁我嗰日咧就即系，其实我都冇嘢，即系同佢哋一齐睇书啫嘛。咁睇到三年班啊，系啊，三年班定四年班咯，嗰本书，即系佢咧三年班嗰本书嚟噶，要有噶啦，都啱啊。其实因为佢去就讲一个女生去厕所，咁佢去厕所嘅时候就见到厕所有嗰个月经巾，有血。
咁佢就話俾老師聽，有命案，即係有血案啦。有命案，係係係。咁於是就引發呢個話題咁樣。咁於是乎咧，咁冇啊！你即係你講下個古仔，咁你冇理由斷咗佢噶嘛？咁佢一定係問你乜嘢係月經啦。係。咁你咪唯有講咯。咁講完之後咧，咁我都諗咗一陣啊。咁我要唔要同佢講咧？即係因為係大女細女一齊聽嘛。即係我哋兩個又一齊聽啦。你唔好成日认清认清啦，哎呀，我唔想再演大女啦，哎呀，激鬼死我啊！俾你做细女啦，今次唔足啊，我要做你个仔。好，继续，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打断咗你添。系点嘅咧？咁我喺度谂紧啦，即系点讲咧？幼稚园嗰、那个，即系佢如果翻去不停咁同人讲话，哇！又系喎，你知唔知啊？我而家知道乜嘢系月经啦，咁样。咁、哦、我又即系我谂紧，啊，咁我使唔使同佢讲讲咧？但系越讲系越好似好禁忌咁样。系。咁我唯有同佢解释晒乜嘢系月经之后，咁我再咁你要出第四本书啊？什么是月经？系咪啊？叫拜厄，冇要要谂一要谂一套啊，咁样。系咯，我帮你出第五本什么是尿尿？什么是尿尿？什么是尿尿？咁第三本咧？咁我就唯有仲同佢讲，我话不过咧呢一样嘢咧，即系就好似我哋讲去厕所一样。我话咁你唔会不断，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啊，即系你唔会不断对住所有人就讲，哇你知唔知啊？我啱啱去完厕所啊，啱啱去完尿尿啊，即系啱啱去完大大啊，即系大便啊，即系你唔会咁样讲噶嘛。我话咁所以咧，我话如果你見到咁嘅情況，你就知道哦，呢個係月經，咁係女仔正常去到某一個年紀就會有噶啦。我話不過你都唔需要刻意咧，即係見到所有人都同佢講話，你知唔知啊？我已經知道咗，即係我話正如你唔會所有人同佢講，喂，我今日咧啱啱去完廁所，我啱啱去完大大咁樣，即係我就咁樣同佢解釋啦。哦，跟住咧，即係事隔一個禮拜定兩個禮拜咧，跟住竟然咧係老師打俾我喎。好，跟住咧佢就話。Ivanka 妈咪，我细女叫咩 ？Ivanka 啦，系啊。跟住佢话，我就想同你讲声咁啊。今日咧，因为Ivanka 有问过呢一样嘢，咁所以我就有同佢解释咗咁样。咁咧，但我听得出咧，老师嘅语气咧，其实佢系好惊咧，我翻到屋企听到我女同我讲月经呢样嘢咧，会责怪佢。哦，得咩啊？边个责怪边个啊？佢应该系担心佢会唔会太早同我个女讲。因為幼稚園啊嘛，係啦，即係阿老師就想解釋俾我聽點解佢哋今日有呢個 conversation， 咁咧，所以就即係等我唔好咁緊張咁樣，跟住咁我就同佢講，我話我其實咧，老師你都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哋啱啱咧個零兩個禮拜之前先討論咗呢個問題，我話咁所以佢有同我講過一次，我話不過我都有同佢講嘅，即係我話咁又唔需要，即係正如你平時唔會去完每一次廁所都出嚟同人講，我今日去我啱啱又去完一次啦咁樣，咁跟住老師話，哦咁係啊，佢有同我讲，佢话妈咪都有同我讲啊，呢样嘢咧系唔需要喺大家面前大大声声咁讲噶，咁样，我以为老师打嚟请教你，其实我也不了解什么是月经，你应该告诉我。喂，不过咧真系认真啊，我发觉咧十零年咧系即系咪有啲教育上系呢点上面唔同咗啦？十零年点解会发现即系十零廿年啦？因为譬如我试过工作上嘅女同事，喂咁系啊嘛，我咁老系咪先？即系十零廿年，细自己十零廿年嘅，无论亲戚又好，同事又好啦，会比较公开地，譬如话我 IM 度啊，或者我生理期，我想即系喺个 group 度啊，我同啲上司讲我生理期到啦，咁所以我想请假半日咁样。哦，咁样写噶，系公开晒俾大家知道。咁你有冇俾 like 啊？我嘅问紧上司，但系全部人见到嘅。系我系咪上司啊，仔仔？系嘛？唔识笑啊！啲衰人啊！激鬼死我！激鬼死我 ！OK 嗱，我即系话咧，即系细我十零廿年嘅人咧，系公开地容易表达咗呢样嘢噶。我哋嗰辈咧，或者甚至我妈咧，你嗰辈你有几大个咩？唔系，我哋嗰辈嘅嗰啲姐姐 OK， 系OK， 系啊。咁我觉得系会收埋噶嘛。系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即系教育系唔同咗，父母心态唔同咗咁样。越嚟越開放，不過如果咁講咧，我覺得可以賺嘅，因為你會 feel 到咧，台灣喺呢方面咧，反而好似樣樣都比較開放啲嘅喎。我真係覺得係。係啊，即係呢啲嘢佢又會討論啦，又會教啦，即係又未去到會即係收收埋埋。咁我覺得呢方面佢就都可能係同香港啱啱一個對比啦，佢呢度都教得幾。
幾活潑嘅喺呢啲地方度，係、嗯、啊。同埋頭先方圓提嗰本書都得意啊，即係話變咗個血、哦、軍委嗰個血案去諗嗰件事咧。係，雖然我覺得個描寫唔知有會唔會係好好嚇人定點樣啦。不過正路你小朋友你唔知道你見到你唔知有咩啊？係啊，即係係咪咁樣嘅一個角度？當年我哋小朋友喺屋村見到掉到一地都係嘅，你唔會諗過係血案啊？你點會知係咩嚟嘅啫？你見到都驚啦，你呢個可能你見到都驚，同埋因為如果咧，你調翻轉咧，亦都可能係代表台灣嘅嗰啲叫童書繪本市場咧，佢、嗯、個種類真係好多元化，係、嗯、因為你諗下頭先阿 Bonnie 講嗰本軍委嗰本咧，其實即係童書嚟噶嘛，佢裏邊會有涉獵到嗰個內容啦，有嗰啲唔同嘅即係可能階段啊都會有啦，咁其實譬如你真係你可能去書店咧，你會真係會睇到都幾多哦、啊，台灣啲繪本佢個範圍。真係好多嘅，好多啊，好多啊！你有冇啲咩再特別驚訝啲？曾經見過佢哋啲繪本嗰個 topic 好特殊咁樣噶？我覺得台灣都幾多講一啲性別定型嘅嘢嘅。生死我都有見過，係啦，生死有啦，性別定型佢好特別強調嘅。即係我記得有一次去咩科學館，即係呢度科教科館啊，即係士林嗰個咧。咁未去过，妈妈你冇带我去啊？啊，我哋星期六去。系啊，姐姐去咗咋？唔点会咧？我次次都带你哋一齐去嘅。系 OK， 系点咧？咁即系佢就会有一个 section 咧，佢就一开始咧，佢就系话啊，你哋每个小朋友即系有啲画，有啲纸啊，就叫佢哋画佢哋心目中嘅工程师同埋心目中嘅科学家。系。咁咧画完之后咧，其实佢想做一个乜嘢 exercise 咧？佢就系咧，然之后下一步就问佢，就叫大家贴晒出嚟啦。跟住佢就贴咗可能几十个小朋友画嘅，跟住全部咧都系画咗一个即系对戴眼镜嘅。男性一个典型嘅男性系啦，即系戴眼镜男性就讲你咯，系咯，跟住咧，咁但系咧，其实跟住佢个后边嘅展览咧，就系讲其实有好多杰出嘅女科学家，咁即系咧，你谂下喺一个科教馆里边咧，佢其实个教育咧，佢系第一样嘢，佢系想打破嗰个性别定型咯，咁所以跟住其实我亦都留意到咧，台湾好多绘本咧都会去。講呢一樣嘢嘅，即係佢對於好多嘅 stereotype 咧，佢係會刻意嘅，即係無論係性別啦，係啦，即係無論係對於一啲即係同性啊、異性啊一啲睇法啦，即係其實佢係會較為開放咁，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討論咯。係啊，我唔記得咗我睇嗰本生死咧，我名唔記得咗啦，但係總之佢類似就話唔知媽媽飞咗上天，系啦，咁然后好似个古仔就话你应该点样面对咧？妈妈而家变，有一本个名有几本嘅，有一本直情话妈妈变了鬼，跟住我哇黐线嘅呢本点讲啊，大佬？咁系点咧？即系我冇睇落去啊！佢真系讲生死嘅，咁佢有唔少呢啲系列，但系佢呢啲对我嚟讲又好惊，即系因为点同佢无端端讲啊妈妈变了鬼？依家我老婆以为喺隔篱话系咪咁想就我啊？你死佬咁样真系死得啦，系咪先？你呢句真系俾佢听，系正衰人错，系但系所以佢可能亦都代表即系呢边嘅教育气氛，佢哋可能都唔会话好顾忌就话小朋友唔使讲呢啲啦，都系系咁讲三只小猪算啦，都唔会嘅，即系佢似乎深浅远近咧，佢都会讲呢啲。咁有啲更加容易见啦，譬如嗰啲咩浪费食物系列咧，即系呢啲更加啱佢哋讲嗰啲就好多嘅，我自己都睇過一個，即係講動物倫理嘅。其實喺呢本書啊，即係什麼是自由？有一句説話係 exactly 一模一樣啊，就係免於恐懼嘅自由。即係咧，唔單止人係需要免於恐懼，係動物都需要。我真係見過有啲喺呢度嘅動物嘅繪本，即係話俾大家聽有生態倫理。其實我懷疑咧，唔係台灣特別好，即係特別多人做繪本，而係香港本身未必有一啲價值觀出現。譬如可能話動物倫理，咩叫動物叫免於恐懼自由咧？放喺動物度點諗咧？即係呢啲喺香港冇揾樣到出嚟。咁就要睇陳嘉明嘅寫在他們滅絕之前啦。要喺呢度掹本書。係啦，冇錯，唔係我係講緊。係要㗎，要㗎，要㗎。點解好似嗰啲繪本喺台灣特別多？係因為本身台灣已經有一啲價值觀存在，都係先至會出現嗰啲繪本咯。都係嘅，都係嘅。喂，但我又想問你兩位啦，即係我諗差唔多最後尾聲一啲問題，你心目中有冇作為父母啦，有冇一啲清單喺你哋心裏面準備定？你哋嗰啲仔女去到邊個年紀就開始要講㗎啦，即係唔係純粹性教咁簡單啦，因為即係要預備定佢哋隨時問你一啲好深嘅問題啊，或者即係佢哋真係有需要知道嘅，有冇需要準備咧？作為
一个年轻的父母咁样吓，你特别年轻吓。诶，如果我将佢个问题我再收集一格咧，譬如究竟佢有冇问过，其实我哋系咩人嚟噶？有啊，系啦，即系咩人啊？咩意思啊？我系香港人啦，台湾人啦，中国人啦，我哋究竟而家住喺呢度咧，系一个咩地方啊？我哋会住几耐噶？咁样呢个。真係會面對㗎，係啊！有冇曾經已經問過？有啦，所以聽下 Bonnie 點答先啦。你同我都，你同我都問過啦，媽媽係啦，真係真係。係問爸爸啦，呢個問題。係啦，喂，會唔會用呢招咧？你點？點正啊？問阿啟叔叔啦。梁啟智，召喚你啊！快啲出嚟。係點咧？點答咧？就係咩人？我都突然間打佢。係㗎。我記得。咧好似問呢個問題第一次嘅時候咧，即係我老公就飄過啦咁樣，咁佢就類似喺度講話。又見雪飄過，就跟住佢唔停低啦，因為發覺話呢個問題領嘢走先。佢好似即係悠悠地拋下一句咩咩，佢話咩民族同國籍同埋國家係唔同嘅觀念，跟住就突飄過咗啦咁樣。抽本參考書出嚟。你老公用呢招，擺明係想塞住佢哋把口啫，係咪先？叫佢睇下劉少佳教授嘅書啦，走咗。我一攞自己本書出嚟嘛。哦，咁你點答啊？你老公就用呢招啫，係咪？唔係，咁我都有同佢講嘅，我話我唔知我唔講得太深咧，我希望我冇記錯當時嘅咁答啦。我話其實咧，你自己係一個咩人咧？本身呢個係一個身份認同嚟嘅。咁當然佢梗係會問我乜嘢身份認同啦。係咯，突然間又多多個新嘅概念。跟住我就係話，即係身份認同就係你覺得自己係一個乜嘢嘅人。有啲人會揀佢哋出生嘅地方，就係作為佢自己個身份認同。係啦。咁有啲人咧，佢可能會揀佢最覺得親切嘅地方就係佢嗰個身份認同。有啲人咧會揀佢住得最耐嘅地方係一個身份認同。我話咁，所以翻去你係一個乜嘢人，我可以答你，你喺邊度出世，你喺邊個地方住咗幾耐。我話但係你係一個咩人，呢一個係你自己要答嘅問題咁樣，即係我當時就係咁答。咁佢哋當時話你帶翻俾佢啊？但係當時有冇答案嘅咧？佢哋即係佢哋有冇即刻要計下喺邊度內啊？定係好勁嘅，佢話我係香港出世嘅嘟嘟人，或者我係嘟嘟出世嘅默默人咁樣，即係佢會咁樣講噶，係啦，咁樣咁即係佢會咁樣答，因為我喺屯門醫院出世嘅媽媽，我係屯門人，即係咁啊，會唔會咁樣噶？係因為我細女唔喺香港出世嘛，即係佢就會講我喺邊度出世嘅香港人，即係佢會咁答我。咁佢有冇好熱切，真係不停糾纏喺落去㗎？即係定係你嗰晚可能 hea 完佢，第二日佢都冇再問過。佢會間唔時問佢，唔會成日糾纏咯，因為佢明白咗呢一個，即係呢個係真係關乎。即係唔係即係阿佳叔冇講錯咁，呢個真係身份認同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你係一個咩人？唔係我話俾你聽 ，OK， 你今日係一個香港人，咁所以你就係香港人。即係你有冇擁抱嗰個價值本身先至係定義你係一個咩人啊嘛？係，我有㗎，佢都有成日問，譬如我細仔好笑，佢成日都咧，突然間喎，可以係冇頭冇尾，可能明明係切緊生果，好開心咁做緊，佢突然間走埋嚟，爸爸，我哋係咪會一路都住喺呢度㗎？咁樣。我話間屋租嘅啫，要還翻俾人嘅，係唔係真係㗎？我話間屋租我要還翻俾人嘅，哇！點解要還翻俾人啊？我要一路都住喺呢度。我話咁你睇下叔叔係咪一路租俾我哋先啦、啊？咁如果唔係，我都要走㗎咁樣。咁你可以話啊，你衰人，你係咪避重就輕咧？咁樣咁，但係譬如即係如果佢再問你係咪咩人咧？我記得我同我老婆都係話。你係香港人，不過我哋而家嚟咗台灣啦。咁我哋如果以後咧有台灣身份證咧，咁我哋咪又係台灣人咯。咁我哋又係台灣人，又香港人喎。咁即係咩人啊？咁啊，我哋係喺香港出世嘅台灣人咯。係啊，咁可能都唯有咁樣講。但係佢仲未去到太深，可能會覺得話我要做呢個咩人，我要做呢個咩人。佢又未有即係我哋大人先至會可能會。有啲所謂咩堅持啊嗰啲嘢嘅啫嘛，係啦，佢又未去到呢一格嘅。不過咧，有啲好具體嘅咧，就係佢已經面對啦。譬如咧，每一個移民家庭都係嘅，無論你係去台灣定係英美澳加咧，你嗰個母語會唔見咗㗎。係係啊，我個大仔我唔知你嗰兩個女有冇咧，我個大仔啊嚴重到一離曬譜㗎，一年多啲啫嘛。佢喺屋企咧，佢幾乎已經唔肯講廣東話啦，因為佢翻到嚟同阿細佬玩嘅時候咧。系好自然嘅，佢两兄弟咧好似傻佬咁样咧，两个已经喺度咧不停喺度讨论 Pokemon 咧，啊哪个比较强啊，这个比较强啊，我有可大啊，啊这个很废啊，这个不好玩啊，
成串咁樣咧，我開頭覺得啊都幾開心啊，兩個小朋友，跟住諗諗話，喂，大家先唔對路，你全部都係講普通話，喂，國語啦，呢個要國語。連我同佢傾偈，我就話食飯啦，話踩不要，你講咩話？不要，我講廣東話，唔要，係啦，即係你已經要去到提佢，係啦。咁然後佢有問嘅，我有一次我自己節目度都有講咧，佢話佢因為。即係佢實在太順口啦，佢翻學八粒鐘都係講國語，翻到嚟細佬又陪佢講國語，好開心。跟住係爸爸每次同佢傾功課都要佢講廣東話，佢就會問點解要講。你唔好同佢傾功課嘅時候，講有趣嘅時候講嘛。好有趣咁問佢：你今日有咩功課要做啊？證明佢個人現實幾悶啊！你話咁佢又問佢話點解一定要講廣東話？咁係咯，我都想追問，可唔可以唔執著咧？即係。就算一個移民家庭嚟到台灣，咁小朋友嘅成長咪由佢同呢度一模一樣咧？唔得啊！我真係有呢個執著啊！點解有呢個執著咧？嗱，Bonnie得唔得？即係如果個女完全冇講廣東話部分，或者對香港嘅想像，雖然啦，你其中個女唔係喺香港出世啦，即係冇咗呢部分得唔得嘅咧？我覺得咧，唔需要咁樣去堅持。調翻轉頭咧，即係譬如我喺屋企啦，我好少同佢講話你要講咩話嘅。咁但係咧，我講嘅咧就淨係講廣東話同佢，咁即係其實咧，小朋友係有嗰個能力去 tune 嘅，即係其實佢見到嗰個人識講咩話咧，佢係會同佢 tune 咗嘅。咁咧，你只要咧來回我哋嘅 conversation 咧，係 keep 住係講，即係無論佢講幾多次普通話，我都係國語都好啦，我都係講翻廣東話咧。其實佢慢慢又會 shift 翻講廣東話嘅喎。咁、但你有冇發現佢嘅句子結構啊，或者用字咧唔同咗啊，這個就有啦。係啊，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你唔好試圖即係覺得用你自己嘅嘢去糾正嗰個小朋友咧，通常係唔 work 嘅。你通常咧係即係我都話佢哋係非常之學習能力高嘅咯。佢聽來即係不斷咁樣去對答完之後，跟住佢聽到你繼續講某一個語言，咁佢又識嗰個語言，佢就會跟翻嚟去講嗰個語言。但係咁唔代表佢翻到學校唔講國語，佢會繼續同翻嗰啲同學講國語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同埋因為我都 keep 住每日一定同佢哋講故仔嘛，咁我講親故仔都係講廣東話，或者如果嗰個英文佢本來講英文啦，咁即係佢會覺得 OK 嘅，即係佢會有嗰個嘅。嗰啲時候佢係知道我係會用廣東話，咁而佢覺得嗰個時間係有趣嘅，咁所以佢起碼佢對住我嘅時候都盡量講廣東話。但你講得好啱嘅，即係譬如佢會成日咧，我哋香港講廣東話咧，咪會話喂你估下，即係你估下媽咪今晚幾點翻咁樣，咁佢就成日都話媽咪你猜，即係你猜，我猜，七七八九七七八我猜因為我咪話佢而家玩嗰啲Pokemon 咧，寶可夢啊嘛，我都跟咗佢講寶可夢噶啦。佢有一次無端同我講咧，佢先用國語，跟住我話講廣東話，跟住佢就扭一扭，然後就話：爸爸，我哋一齊去佔領嗰個道館啦！我咩佔領啊？即係其實霸啫嘛。即係如果你廣東話，我哋正常咧就我哋今晚去霸咗呢個道館，係啦，或者我哋唔知踩啊咩？佢個佔領喎、啊，大佬。唔係好抗爭啊！好抗爭啊！即刻翻到2014咁樣，係啊。但係咧又好笑喎，因為當佢用呢啲字嘅時候咧，譬如佢有一次我老婆唔知煮咗啲咩餸，安排啲咩咧，我細仔咧好冧人嘅，細仔突然間就話媽媽你佢唔知講話咩？你安排得好周到啊，咁樣，即係呢件事係咁客氣啊，係啦，第一佢好客氣啦，咁客氣啊，好客氣啊，即係第二，係唔會有一個廣東話嘅小朋友係會講話媽媽，你今日安排得好周到啊嘛，即係唔會，你可能話媽媽你好好啊，你今日做得好好啊，或者話我好中意呢個安排就算，跟住我同我老婆唯有笑一笑，佢都 OK 嘅，佢肯轉翻做廣東，不過變咗書面語咯。即係佢變咗啲字眼咯，咁我係有少少堅持嘅，即係我希望咧就係起碼佢都捱到去某一個階段，即係佢都唔好甩曬啲廣東話，因為咧佢好快啲廣東話嗰啲音調咧唔同咗啊！佢而家已經講到你真係佢一開始就有淡仔口音㗎。佢真係會有淡仔廣東話口音，跟住我話唔好啦，你即係點解會咁啊？咁可能你話咁，你想佢唔通去到18歲都可以夠好流利咁講到廣東話，咁我都唔奢望嘅。
我覺得佢可以嘅喎、哦，好流利喎、哦，我唔敢奢望喎、啊。不過我真係 sense 到你哋嘅方法唔同喎、啊，即係甚至乎啪啪，你就會花咗好多氣力話俾你聽，應該點點點點點咁咁咁。幫你嘅方法就係即係自然繼續用廣東話同佢，無論佢講英文又好，國語又好，繼續用廣東話對應佢，唔好花好多力氣。要佢点做，会唔会其实咁样系通啲咧？咁我唔知，如果俾你咧、就是啊，如果俾你咧，嗱，如果俾我，我梗系跟妈妈咁做啦，妈妈咁好啊，唔知妈妈做法系唔错噶。唔系你，嗱，你睇下你每次讲错嘢，我咪入边噶啦。唔系，冇讲错，啱嘅，扶正咗。正咩啊？咪东拉啊！系个咪唔会讲大话噶，唔系你我以为你用嗰条，我以为你用嗰条问你咪东拉、啊，我你唔知咩？呢个系阿贵神嘅讲波术语啊嘛，波东拉啊嘛，系啊，即系嗰球波如果系因为裤碌入咗之后咧，一定会有啲惩罚喺后边嘅，所以佢就话嗱、啊、波东拉啊咁样，我只不过系将佢转化啫，你唔系应该叫佢睇多啲广东即系香港港产片咩？咦又系喎，梗系啦，睇多电影啊，咩都有好处。我都相信好多嗰啲 ABC 啊、BBC 都会睇好多广东话嗰啲电视，即系香港戏嘅。但系佢哋都系继续讲广东话，有口音。吓，咁啊唔紧要咯，有口音咪口音咯。第时十八岁咪讲广东话，佢有口音都好嘅、啊。不过你即系都要识讲咯。我有呢个少少嘅。同埋换个角度谂啦，因为咧我过到嚟咧，成日俾即系我之前嗰啲同事话，你中文好差。最近咧就即系佢俾台湾嘅同事话佢中文好差，系啊，跟住咧最近就话你啲中文真系啊，好像比较好一点啦，甚至系咁啊，话咧我嘅中文好啲啦，咁样咁你唔好信啊，系啊，尤其是靓女同事同我讲系唔好信啊，系佢想约你食饭嘅就系啊，系啊，唔系因为咧我怀疑系咁，即系头先你话。你的仔咧就係同媽媽講：媽媽，你今日安排好周到啊！好周到。呢啲咧，我就諗緊係咪即係將來佢寫嘅中文嘅句子咧，會特別有一種嘅即係中文書面寫出嚟嗰種嘅文雅，或者嗰種嘅即係句法真係配合翻嗰種中文，就唔似我哋香港嗰種咁混雜。即係我覺得我哋係有啲曖昧，我哋好混雜咩？係有啲曖昧。點解我哋講嘢中英夾雜？第一咧，我哋寫英文已經唔係俾人覺得寫得特別好，跟住而家過到嚟台灣，我東拉幾好啊！呢、這個英文係啊，你呢句係咪英文嚟係啊，不錯啊，波係學一下，係啊，波係波。BALL，OK， 唔係因為咧，我跟住我過到嚟寫中文咧，我成日俾啲人話我中文唔係幾好啫，香港嘅 sentence structure 嗰啲句子結構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是、要再重新調配啲嘢，先至叫做好嘅中文噶嘛，係有啲尷尬我哋即係香港出生嘅。不過你講緊係台灣嘅中文遣詞造句同我哋學香港學嘅唔同咧，呢、這個係真嘅。系啦，咁啊，當然啦，梗係難分高低嘅啦。我哋絕對文化咩嗰個學術嗰啲咩文化冇比較高級低級噶嘛，係啦，文化多元平等。但係我哋就混雜咗咯，覺得係混雜咗。係啊，都唔緊要嘅。語言啦，趁住我少少時間再追問你，即係頭先講話有冇個心裡面嘅清單啊嘛，即係頭先你話。真係頂唔順，如果個仔淨係識得講國語，有冇另一啲嘢你哋要預備心裡面啦，準備要女仔大啲。哦，要教嘅咧，譬如可能话女仔大啲，唔系你答咯，即系有女有仔啊，咁样嗰啲叫仔女。头先你咪提过咧，即系你仔又有啲音乐书教你唱歌，系讲咩识女朋友啊？哦，系啊，你有冇准备咧？话生都就十岁啦，而家即系十一岁就拍拖噶啦，可能有冇准备啊？第时个女好快。带男朋友俾妈妈认识啦吓，肯带咪好咯，系啊，真系啊，系嘛？我上次见到台湾系咪咁年纪轻就会拍拖噶？台湾年轻就谈恋爱吗？我觉得你至少也要到，比如说进入 adolescence 的那个 period 才有那个。我攞翻个麦俾呢位台湾嘅观众先，对吧？系，即系OK OK， 就是18岁嘛，系要长大咗成年人啦，先至系咪可以拍拖咧？咁样啊？我觉得台湾，当然每个时代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一定要进入青春期，就是 adolescence 的 period， 才你的hormone 开始。development 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谈恋爱才会有意义吧。其实之前你可以讲的直接一点啦，台湾的女孩子会不会在学校很年轻就会我喜欢哪个男生这样子啊？其实会哦，会啊，对啊，真的真的，系咯。你个仔有冇话中意边个女仔啊？没有，不告诉你的。
前线已经有啦，系喎，系啦，我哋难得，我哋即系都有台湾朋友喺度啊嘛。头先我哋其实讲咗有啲话题咧，我哋都想叫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即系台湾的教育，你刚才听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觉得我们讲的是对的吗？我的观察对不对？比如说台湾妈妈比较温柔啊，刚才你说什么任性啊，但是其他有一些这边的教育可能刚才我们讲的，你有没有什么那个性别议题啊，我们好像感觉台湾比较开放一些，是这样是吗？我觉得性别我觉得我不会单纯从性别这个议题去切入，应该说台湾整个社会发展很多话题都会去那个变得比较可以去谈。那我觉得我这一路听下来，我想要跟三位香港人分享一点，是因为其实这个话题那个就是这个主题之前就已经在飞地有po出来嘛，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嘛，刚刚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说台湾的那个选举自由和公益的发展这样子。因为刚好我是1985年出生的，所以我的成长过程就跟着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一直发展。1985就是我们1988解严嘛，所以然后陆续才有很多的选举，然后也在讨论那个自由和公益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然这个很今天听起来虽然好像很轻松，这样我觉得那个主持人的功力真的是不简单，非常厉害。谢谢，我都是主持，真的好棒好棒。哦，谢谢你。就看起来是很轻松的话题，其实我越听越我觉得有很多很沉重的地方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就要接下去谈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我爸爸的一个过程。我爸爸，那我就说我爸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因为我爸爸成长，我爸爸是1960年出生的，所以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在戒，就是我们比较威权吧，那个世代这样。那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台语就闽南语说他是个很不会滚，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很会反抗权威的。香港有没有粤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可能就是反叛吧，或是那个有没有想到，就是他对权威会有挑战的那种，是吧？对，那种感觉。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有在脸书上 po 那个我念国小的时候，我们音乐课本还有那个蒋中正，我们那时候叫蒋公纪念歌这样子，我po在脸书上那个我们从小的那个过程这样。那我爸爸的话呢，他从小对待我们的方式，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家长对待的方式嘛。我爸爸是个很，就是他会对待我像朋友一样，会帮我跟我们分享说他经历过什么事情，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个是他对待我们的一个方式。然后我看到这些绘本，我都在想到我自己小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选举自由公益，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这些绘本，比较多是像类似像伟人传记什么Biographic of Great Person， 就是伟人传记很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有很多啊，像那个那时候蒋中正啊还是什么很多这样的。然后我爸爸有时候我们在小时候小朋友都会去那个书店去挑绘本嘛，然后我爸爸只要看到我拿蒋中正说 No No 放回去我爸爸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我觉得个性可能跟三位有一点像啊，就是他会去看禁书，人家越禁他就越想看，然后他就在想，妈妈那个时候民进党还是党外的那个时候，就很多一些 freedom of speech 还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没有那个观念的时候，他就有一些透过某些管道，他就会去那个看到很多这样的书这样子。所以他的小时候他会跟我说以前国民党政府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他就会跟我说一些不一样的 point of view 这样子。所以我记得我从小我小时候人家在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举手跟老师说，老师那个我爸爸不是这样讲的小时候是这个样子。那老师怎么样，你跟他这样说的？因为
我现在想起来，我们老师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师范系统，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就是 educating system， 就对那个老师有一样的那种培育的训练这样子。那个老师其实也不太，但可能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已经开始有一点松动了，开始有一点开始在 transform 的那种阶段这样子，所以老师听到的时候就。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啊，老师回去再查查看，就比如说一些那种状况。然后接下来就是，那时候我念国小阶段，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很多那个选举的活动，选举的活动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三位有兴趣的话，我们年底又要选举了，所以你会在很多场合听到，我们在台北嘛，来，我们来试试看，就会接下来在很多造势，就是怎么讲，去那种场合里面就会听到陈时中动算，然后再问什么蒋万安动算，还是黄珊珊动算动算，三个都讲了。那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这个是台湾小时候的那个过程，就是会觉得那个是非常热血的。那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选举场合感受一下。我觉得刚刚朋友讲的呢，其实Bonnie 这个书有提到，即是我们讲得很轻松的一些自由啊公义的价值呢，是曾经过去几代人争取很多时间。譬如自由这本什么是自由里面都提过，其实很多人做过很多事才得出一个今日的自由的某些的结果。是啊，所以即真的讲得没错，我们知道台湾的状况这样。没错没错。最后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位香港朋友呢，你想不想讲嘢噶？我讲一下。梗系啦，系啦，你会不会想行出来讲啊？系啊，我是王小姐。是王小姐。是啊，你自己表达自己身份啊。大家好，我是王小姐啊。咁咧，我就嚟咗台湾差唔多一年啦。系啦。几万年啊？唔系，我就系王小姐，我好王嘅。系啦，咁样啦。啊，我想讲咧，因为几位就讲紧即系儿童教育啦。咁我自己咧就唔生小朋友噶啦，咁都生唔出噶啦。我哭。我哋唔敢俾评论啊！呢个我先静，我先叫你镜头三条人想笑唔笑之。唔系，我系正常人嚟嘅。系咩？系啊，你又咗正常人。我系正常人。我想讲下咧，因为我有做兼职，咁就教国小嘅呢个兴趣班嘅英文兴趣班、英文劳作兴趣班咁样嘅，我都教咗两个学期嘅，即系我同小朋友相处、台湾小朋友相处嘅经验都有两个学期，都几震撼噶。因为咧，我教嘅时候咧就其实两个学期啦，都有唔同嘅学生，但系每一个学期总有一至两个咧，真系好活跃，同埋咧每一次见清佢都瞓咗喺地嘅。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就每次我都问佢，我下一堂可唔可以见到你唔喺地下？不行，不行，我好有性格，你自己碌地啦咁样。咁同埋啱啱上一堂咧，有一个对话有趣嘅。咁啊，台湾小学生嚟噶嘛，咁啊就问我啦。佢話：老師啊，點解你嘅中文同我哋嗰啲不一樣咁樣啦？跟我們啲不一樣咁樣。即係同阿嘉明老師一樣啦。我差佢好多啦，因為我呢啲係我啲鬼妹教育嚟嘅，香港受嗰啲。咁跟住我就因為我係香港人，所以咧我母語廣東話，咁我會有鑑槍咁樣啦。跟住咁你識唔識越南話？個邏輯係好得意啊！我不懂，不嬲懂啦。系啦，突然间，因为你即刻，我哋大人即刻去褪后一步谂就，即系喺佢哋嘅角度，可能唔系台湾人就，即系呢一批唔同语言嘅人就喺佢哋角度就会应该系同一批啩，即系你广东话咪越南话咯，咪即系可能咁样啦。咁几得意嘅呢个角度，因为我哋都即系我哋分得细啲啦，我哋大人啦。跟住余下落嚟成堂咧，佢同我讲台语，系我听下，我话你是不是跟我讲台语啊？对啊。你听不懂吗？我都系听不懂啊，但系冇乜关系，但系好有趣，你明唔明？喺呢个语言咧，你哋头先讲语言，我即刻就谂翻起我呢个个案啦，咁样咁幸好就每个礼拜对佢哋个半钟啫，辛苦你哋啦，两位辛苦啦，你两位加油一世。啲学生其实嗰个质素啊，或者你觉得佢哋会唔会活泼啲咧？即系如果用最老土嗰啲咧，系填鸭啊，定系你觉得喺台湾嘅学生都会好勇于表达自己有嗰啲底咧？勇于嘅，因为我头先讲咧，其实我教嗰个系讲紧放学之后课外活动班嚟，唔系正规喺校喺即系呢个即系翻学时间嗰啲班嚟噶嘛，咁就会同埋咧，佢哋嗰个 mix 系好唔可以话多元，年纪上面相差都几远嘅，有啲即系有啲六岁即系一年班咯，佢由一年班去到六年班都有，所以几难，即系如果我哋教都几难。
即係雖然話係勞作咁勞作，但係你有啲六年班咧，我哋做黐黐貼貼，即係對佢嚟講，即係對唔住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六年班嘅智慧啦。咁但係小朋友佢一年班嗰啲又黐得好開心嘅喎。咁同埋就係、是、我覺得大致上可能同香港差唔多，但係我香港呢啲小朋友經驗咧，其實都係講緊十幾年前我兒生女嗰啲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差唔多，活潑起上嚟嘅活躍症感覺嗰啲又頭先講會瞓地下啦，症嗰啲又會有啦咁樣啦。咁所以。我估系亚洲区都系差唔多嘅，其实咁不过就系头先讲嗰样语言上边，对于佢哋觉得哦，你唔系讲我呢个话，咁你应该系嗰一批我唔识嘅话，你哋都识讲噶啦，即系呢个几得意咯，咁样咯。好，多谢大家，好，多谢呢位黄小姐，香港嚟嘅黄小姐，系我黄嘅，多谢，系迟啲再打电话嚟啊，系啊，多谢你吓，好啦，我又翻嚟，好啊，我哋唔会唱噶。喂，時間關係啦，我哋差唔多去到尾聲啦，我哋又叫翻 Bonnie 再講一講，有冇啲乜嘢講下呢三本書？係啦，仲想有啲咩得著？有咩嘢？係有咩得著？有咩讀者最需要即刻睇嘅？讀者最需要即刻睇啊！我覺得。因為個讀者是小朋友，不是我們大人，所以他最需要立刻看的東西是你拿這三本書之後你給他去、摸一下，接著你可以跟他在封面那裡先討論一下他看到什麼先。因為呢、如果我們即類似呢你今天拿著個心態就是好，我今天要跟你講一個 lecture， 我要教識你什麼是選舉，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公義呢，大部分的情況呢都是不 work 的，因为他觉得你今天是跟他讲一个 lecture，你不是跟他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咁同埋即係如果你係抱住一個太嚴肅嘅心情呢去同佢講呢，佢都會覺得咦睇嚟我要上多堂喎、哦。咁你知啦，即係你已經上咗好長時間堂㗎啦嘛，頭先話去到五點啊、六點啊、七點咁樣仲嚟多堂，咁梗係走夾唔頭啦。咁所以你我覺得第一樣嘢係你俾個封面佢自己去聯想下，去 pick 佢自己有興趣嘅嘢，跟住就攞嗰本開始同佢講囉。咁同埋記得係即係呢一件係一件fun嘅事嚟嘅，即係我意思唔係話哦，即係在这个情况我们很多人都在自由里面挣扎着，我们还很分地跟人家说、不是，但是你要令他觉得呢其实拥抱自由呢是一件即是很好值得高兴的事，亦都是很应该要带着希望去做的事。即是我觉得这个是先至是为什么用绘本去表达的重点咯。同埋係值得慶祝嘅事，而且值得慶祝嘅咧就係我呢三本書咧都可以喺網上買得到㗎。我哋條 link 喺邊啊？我哋條 link 咧喺呢個 Roller 度就喐緊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想快啲可以買到嘅話咧，我哋可以同你介紹一下咧。咁呢三本書，什麼是自由啦？什麼是選舉？什麼是公義咧？都係各售咧380蚊台幣嘅，冇錯。咁你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即係呢條 link 度咧，你就可以上去到買到啦。咁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嘅，你可以店取付款啦 ，ATM 轉帳啦，又或者用呢個銀行匯款都得嘅。咁亦都會有呢一個唔同嘅郵寄服務啦。咁我哋都會喺我哋嗰個面書啊，同埋我哋而家咧呢個 YouTube 嗰、那個叫做 description 嗰度咧，我哋會將條 link 咧擺喺度嘅。咁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亦都會將咧稍後啊，會將今集嘅內容咧就擺喺咧。因为飞地终于都有 official 嘅 YouTube channel 啦，冇错，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系啦，就系呢一条嘅，冇错，大家咧即系嗱，佢好快就会有呢个直播俾大家睇到啦，冇错，就系呢个啦。咁大家可以咧去呢个 subscribe 啦，就呢个 nowhere 写住飞地啦吓，咁呢一个字你打出嚟之后咧，就可以揾到佢呢个连结噶啦。咁到时你就要揿呢个 subscribe 嘅揿钟仔，咁你就咧揿埋个 all。咁你就會收到咧所有最新嘅情況。咁而家咧喺上面，你會見到我哋過去咧曾經我哋飛地呢個今晚到西門町看書嘅節目內容啦，我哋都擺翻上網嗰度啦。咁嚟緊咧，其實亦都會喺書店裏面咧有其他唔同嘅活動啦。因為你知道飛地有好多可能同一啲即係名家對談啊，佢亦都會有一啲冇錯名家係有啲對談嘅環節咧。咁亦都會將佢喺呢個 YouTube channel 裏面咧就會做 live 咧就直播嘅。咁大家要多多支持啦。咁之後嘅日子呢你就會喺唔同嘅渠道呢睇到我哋飛地嘅活動。當然啦，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呢你可以嚟到現場同我哋一齊傾偈嘅。咁我哋就梗係希望下次會再見到你同我哋喺度暢談
唔同嘅题目。系啦，十月二十八号，我哋下一个题目再见啦。会讲动物嘅，会请一个作者嚟到同我哋倾一个动物嘅书啦。咁样，咁啊，今晚我哋咧就好多谢阿 Bonnie 啦，多谢晒，系啊，多谢晒，真系好衷心多谢噶。你睇我正经咗啊，忽然间。系啊，冇影响你形象啊嘛，你 feel 唔 feel 到？应该 OK 啊，冇噶，冇系啊。系啦，OK。人哋认到你啦，唔好扮嘢啦。好多观众认到你。系啊系啊，好啊，耶！好，我哋下次再见。下次再见，拜拜。拜拜。谢谢，哎，你用国语 round up 啦，快啲。再见啦，各位。啊，是这样啊。拜拜，哥姐。拜拜，哥姐。拜拜，再一次再见了。十月二十八号，我们九点钟再见。她是姐姐，我是妹妹，再见。再见，拜拜。收尾嘞。